再諗下。仲有一分鐘，你哋可以開麥嚟到去同大家傾偈。Facebook 上面的朋友咧，好唔好意思啊，我未識搞咧，點樣可以又出畫面又出直播？但係喺 Zoom 上高咧，或者喺 YouTube 上高咧，就可以做到呢個工作。咁我都技術都未曾搞得掂，係咯。好，時間到啦，各位朋友。大家好，早晨，歡迎大家呢，無論你在臉書上面，或者你登記了加入我們這個網上研討會的話，那今天呢，我們都可以開始了。現在在我們的臉書網上面呢，我見到有三位朋友啦， Olivia， 還有呢就是 Paul， 還有有一位莫耀坤朋友，咁咧都系我哋 Facebook 里边嘅成日嘅见熟口熟面嘅朋友啦。另外咧喺Webinar 上高咧就有七位嘅朋友报咗名，咁啊登记咗参加，但系而家暂时咧只系见到啊 Lawrence 喺个网上边。大家好啊 ，Lawrence 你好啊。咁而家喺目前嘅情况咧，用我有限嘅技术同埋器材咧，就系用紧咧系可以。我熄咗個音樂先啊，係啦，冇錯，熄咗音樂先。點搞呢？熄咗音樂先。咩可以熄咗音樂呢？冇錯啦，咁就熄得到啦。冇錯，咁啊熄咗呢個音樂，我而家可以再翻翻入去咧，就係、是、做呢個嘅直播啦。咁咧就點搞咧？咁啊唔係好識搞喎，咁啊，唉唔緊要啦，係啦，係有啲複雜嘅呢啲咁嘅技術嘢咧。我而家又翻唔到入去啦，點搞咧？冇錯，好，再分享個畫面先。好，
冇錯啦，咁而家我哋翻返入去咧，我哋呢個網上嘅會議咧，今日就開始啦。咁啊，小弟咧作咗首詩喎，呢首詩咧就係話：心抱康明志，孤燈夜讀經。金風徐入户，就笑我老還丁。咁呢個都係2月28號咧自己自嘲嘅一首詩，咁都反映咗我最近咧呢個生活嚇。夜晚嘅時候咧，大家瞓咗覺嘅時候咧，我仲起身咁啊，讀下書啦，讀下聖經啦咁樣樣。咁其實咧，以我咁嘅老人家嚟講咧，就係呢啲咁嘅活動咧，都係好不易啊！即係應該係多啲休息，特別喺呢個疫情嘅時候。咁但係咧，能夠安靜讀下書、睇下聖經啊，喚醒翻自己嘅靈智咧啊，都係老起上嚟咧都。是有時有啲似啲細佬哥咁樣樣，所以今日咧我就揀咗一個題目，喺疫情裏邊係點樣工作重新開始咧咁。咁大家或者喺網上面認識咗我啦，又或者睇我嘅 Facebook 啦，又或者對我呢個題目有興趣啦，因為而家喺呢個疫情咁嚴厲嘅時候咧，由今日6點開始又話唔俾4個人以上食飯都唔得啦，咁啊大家都好多安靜嘅時間。亦都面對咗好多好多嘅憂慮啊，好多嘅憂愁啊。我唔知在座之中咧有冇人係而家嘅工作係受到影響嘅嚇。我自己嘅收入咧過去嗰幾月都受到好大嘅影響。我相信大家亦都係一樣，或者做生意嘅、做食肆嘅、做各行各業啊、非法嘅都少咗人啊。咁其實對香港嘅經濟一個好嚴重嘅打擊，同埋對於大家嘅收入，大家都要勒緊呢個褲頭。如果平日有積蓄嘅話咧，咁就用你哋嘅積蓄啦，嚟到去應付呢個難關。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咧，大家唔或多或少咧都要面對一個新工作嘅問題。喺呢個新嘅環境裏邊，或者好多工作啊，真係翻唔到工啊，淨有成日都 home office 啊，喺屋企裏邊做嘢。又或者係喺呢個時候咧，被逼要轉一份嘅工作，無論你轉 part time 又好，或者轉一份長工又好，咁長工都唔容易揾㗎，係咪啊？大家。網上咧 JobsDB 咧就成日嬲我賣廣告，或者大家好多時咧都會將而家呢個簡歷咧投喺 JobsDB 嗰度，係希望揾到一份安定啲、穩定啲嘅工作，啊，能夠避開呢個疫情，能夠喺呢個疫情底下咧揾到自己新嘅生活嘅圈子。咁所以咧就今日呢個題目咧，工作重新開始咧係咁樣嚟嘅。係啦，咁咧而家喺網上邊咧就睇唔到我個 PowerPoint 嘅喎，咁但係咧就冇辦法嚇，即係我都唔知點樣喺 Facebook 嗰度做到依樣嘢。但係 Lawrence 咧，你應該係睇到嘅。咁啊 ，Lawrence 想唔想同我打個招呼啊？話俾我聽你係睇緊或者係點樣樣？咁你可以用咧呢個 chat room 咧裏邊嘅功能咧嚟到去同我交流嘅喎。咁因為 webinar 嘅關係咧，網上嘅研討會嘅關係咧。就唔係個個人都出到聲嘅，咁你想唔想？我見到你開咗麥嘅，你想唔想咧？都講幾句，話俾我聽，你係邊一位，同埋今次嚟聽，你有啲咩嘅期望啊？係 ，Hello， 周生，你好。係你好啊 ，Lawrence。係你講下，係咪我哋嘅朋友嚟啊？有興趣，係啦，有興趣聽下你分享下你嘅工作經驗啦，係啦。係多謝你啊！你係咪我哋 Facebook 結交咗嘅朋友，定係未曾以前未識過㗎？識㗎，喺 Facebook 同你聯絡過。啊，多謝你啊！我哋 Facebook 裏面有好多朋友嘅，我都未必個個都識到。嗱，多謝你參加今日呢個 webinar 咧，你係我哋嘅而家暫時出席嘅嘉賓啦嚇。咁你隨時可以出聲㗎，我開咗你個麥嘅。咁啊，喺成個過程裏邊咧，你都可以隨時出聲。咁啊，網上邊 Facebook 嘅朋友或者 YouTube 嘅朋友咧，我唔知道即係你聽唔聽到聲啊？即係我哋而家只係聽到聲啊。阿 Lawrence 咧亦都冇將佢張相提出嚟啦，變咗我都唔知佢樣係邊一樣嘅。但係我哋都係精神上或者網絡上嚟到交流啦。好多謝你啊 ，Lawrence 參加我哋呢個節目。咁啊，再重複一次啦，呢個節目咧就係、是。一個論壇是講工作重新開始的。咁啊 ，Lawrence， 你係而家有份工作揾緊工定係點嘅情況啊？介唔介意講一講啊？啊，刪咗麥啦，係啦，唔緊要啦，你中意講就可以講啦，即係因為都係，你開翻咯喎，係嘛？你想唔想講下？而家都而家都工作都穩定嘅，而家都穩定嘅。邊一行啊？介唔介意講啊？
我做會計嘅，係咯。啊，會計，會計都係好穩定噶，即係呢個時候都係 home office 係嘛，都係喺屋企做嘢係咪？都要翻工啊！我都要翻工啊！我哋有啲會計師樓啲朋友咧就話：，哎呀，啲夥計唔翻工，喺屋企做嘢，所以個效率降低曬啊！咁樣咁可能都係有咁嘅情況。唔緊要啊，多謝你隨時可以發言嚇。咁咧，今日我想講嘅就係話工作重新開始啊。咁咧就係啦。咦？開錯咗，開錯咗 PowerPoint 喎，唔好意思啊，我要開翻呢個啱嘅 PowerPoint 先。等我一陣啊。因為開錯咗，因為我依排都幾多不同嘅啊，呢個唔啱嘅，係啦，呢個唔啱嘅，呢個係下個禮拜一嘅，咁我刪咗佢先，再開個，冇錯，唔好意思啊，整我即係呢啲咁嘅亂局咧嚇，家族分享 ，Saturday Talk 應該係呢個，誒唔係喎，等一等啊，唔好意思。誒，俾你睇到我啲亂嘢添。啊，唔通係呢個？哎呀，唔係喎，咁啊死啦！琴晚唔知擺咗去邊添。今日嘅 PowerPoint， 等一等啊，因為咧我喺屋企做咧。咁可能未升過呢個嘅電腦啊，俾你睇到我啲亂龍嘢啊，唔好意思啊。咁應該係呢、這個啊，擺咗喺呢度啊，冇錯啦 ，back banner 應該係呢個啦，冇錯啦，唔好意思啊，即係亂龍嘢。咁我要再開過一個嚇，俾你睇到我啲亂龍嘢添，唔好介意啊。冇錯啦，嘿，睇到啦，咁我要開同步，開咗佢先，係啦，講緊係工作重新開始啊。冇錯啦，工作重新開始。喺新嘅工作裏邊，我哋點樣去揾建立一個新嘅心態、新嘅習慣呢？咁樣樣。咁所以咧，我而家要開放咗呢個 PowerPoint 俾大家睇先，係冇錯啦。咁喺 Facebook 上嗰個朋友咧睇唔到啊，唔好意思。係工作重新開始，我哋講嘅就係一個心態、信念、行動同埋一個習慣嘅安排。咁每個人咧都會喺唔同嘅時候咧有重新開始工作嘅時候嘅喎。咩情況之下會重新開始工作咧？嗱，我哋睇翻我哋自己嗰個嘅人生經歷啦。我哋每個人咧都會出嚟做打工嘅。咁我打工嘅時候咧就係、是。哇！好多年前啊，初初入行嘅時候咧，好興奮噶，入去一間銀行裏邊咧做管理培訓生，咁咧就乜都唔識啦，對銀行又唔識，對於新嘅工作環境又唔知道，會見到啲咩人咧？啊，個上老師對即係上司對我會唔會好咧？喺度學唔學到嘢咧？有冇入錯行咧？即係好多咁嘅疑惑。咁啊，我諗咧，如果依個時候咧，網上面睇到個朋友咧，你都會諗下你初初出嚟做嘢嗰種後生仔嗰種嘅感覺嚇。即係心口細個勇字，係冇乜驚嘅，因為揾咗份工咁，起碼有份人工啦，咁可能第一次出糧啦，係嘛？第一次出糧都幾開心噶嘛，第一次賺到錢咁啊，請屋企人食飯啊，或者自己有錢買自己嘅中意嘅嘢啊，買個男仔咧中意買西裝啦，開波嘅時候或者買個 gift 啦，咁嗰陣時啲 gift 好大嚿噶嘛，手玩嘅 gift 嚟噶嘛。咁最靚嗰啲係皮嘅 gift 啊嘛，咁啊買個幾千蚊嘅 gift， 差唔多用咗成份人工嘅一大嚿。咁係好多時就係話，哎，你入嗰個社群裏邊咧，咁啊，即係嗰時我係銀行啦，咁一定要著翻套老細，一定打翻條 tie 噶啦。咁啊，我唔知，我諗翻起好多回憶㗎，又唔識買西裝啦，又唔識配淡色啦，咁啊好鬼死老土㗎，即係俾人哋揞住半邊嘴笑，一睇就知道你初入行。但係好興奮嘅，因為喺新嘅環境裏面咧，你係唔識嘅，你係唔知嘅，你唔知道有咩事喺你嘅生命上面發生，充滿住期待，充滿住幻想啊，充滿住激情咁樣進入呢個新嘅工作。又唔知道你有冇試過跳槽啦？跳槽就話喺同一個行業裏面咧，由一間公司跳去一間公司。咁喺我做工嗰個年代裏面咧，跳槽都係一個好普遍嘅嘢，因為咧。你請你入嚟嗰陣時咧，就通常都係 market rate 啦，即係人工市場價格。
咁但係好快脆咧，加人工咧，梗係加得唔夠快嘅。同埋個行業如果發展緊嘅時候咧，競爭嘅對手通常挖角咧，都比你更多更高嘅人工咁嚟到挖角。咁你跳槽咧，咁啊通常會賺到一個 premium 啦，一個價格，即係嘅突然間加人工咁。咁啊唔係好輕易跳槽嘅，但係你跳槽嘅時候咧，咁你就會一定會即係喺嗰個人工方面啊、待遇方面啊，或者工作嘅性質環境方面咧，俾到你一個好好嘅挑戰，好嘅適當嘅一個咁樣嘅提升，咁你先會跳槽嘅。咁跳槽梗係要即係有時成日嗰時同自己講啦，就係話：誒，我而家人工低啲唔緊要嘅。咁啊，第日咧一跳槽嘅時候咧就賺翻翻嚟㗎啦。咁所以如果人工低啲，但係工作有嘢學、有嘢做嘅時候咧，咁你都好願意咧低人工都捱落去嘅。咁我第一份工係銀行嘅管理培訓生啦，做咗年幾之後，大概兩年唔到咧，即係覺得冇嘢學啦。咁我都有諗過跳槽嘅。咁當時嘅一個諗法咧就係話：喂，如果我做嗰份工睇起上嚟未來五年、十年都係喺呢個範疇發展，學唔到新嘢，間公司喺嗰其他方面咧冇乜發展嘅時候咧，咁即係跳槽轉一個新嘅工作環境，學一啲新嘅嘢。咁啊，好吸引嘅，咁啊加咗人工啦，同埋有新嘅嘢學。咁但係我唔知道你哋大家有冇試過轉行咧嚇？轉行嘅意思咧，即係話由一個行業，譬如去做 A 行業嘅，轉去另外一行。咁我出身嗰時咧就係做銀行嘅，銀行轉行咧好難嘅，因為銀行嗰時咧薪高糧準，同埋咧最緊要有個 mortgage loan 嚇，即係 staff rate 好嗰時借到九成，咁啊好吸引嘅，即係你好難轉行嘅。咁所以一做咧喺銀行裏邊一做就做咗二十年。啊、真的做了二十年，沒想過轉行、當然有機會啦，所以有機會升級啦。我們那個年代是因為移民潮嘛，所以很多聰明的人走了，我們在同一間銀行裡面都會有新的機遇、做了二十年，二十年之後呢然後才轉行。我想我們在座朋友裡面有沒有人是移過民，或者是等一會拿點水、有沒有人移過民或者是移完民之後回歸的呢？如果你是有移過民或者準備移民，或者是曾經移過民但是回過來香港的話呢，講起這些東西你會很有共鳴的，因為移民是一個 不輕易的決定的，除了你要計分之後滿這個條件，或者你跟家人團聚，或者你怕這個九七所以你要移民，那移民是面對很多的不明朗的因素。去到那邊怎樣呢？你有夠錢了，過到那邊就買樓呢，買了樓之後找不到回工作呢，那工作是不是有意義呢、家人適不適應呢、如果過去那邊發展不願意的時候回來香港又怎樣呢？樓就賣了，回來做無殼一族，那就從頭再來，發覺樓價升了，以前那夠錢又不夠買。我們很多移民的朋友都碰到同一個問題，咁有啲咧就轉到型啦，翻到嚟之後啊，佢做嗰啲專業嘅，翻到嚟香港仍然係可以好易揾翻工作嘅。譬如佢係做護士啊、醫生啊、社工啊依類咧，咁就唔係好受呢個地域嘅影響，翻到嚟香港一樣可以從頭再起。但係如果你係一啲嘅工作、某啲嘅專業，就算你 IT 嘅專業都好啦，你移咗民之後翻嚟，發覺咦，成個 IT 嘅環境改咗。你未必入得翻行，或者你以前識嗰啲嘢咧，未必再啱用。所以移民或者回歸咧，都面對一個工作重新開始嘅問題。咁咧嗱，我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情況啦。嗱，如果你有咁嘅情況咧，你又可以喺 Facebook 度留言啦，或者 Lawrence， 如果你而家聽緊嘅時候咧，你想參與講下咧都可以嘅。咁啊，而家咧係啦，咁啊。呢幾個情況咧，都係即係以前咧，我個人生經歷裏邊咧，係工作要重新開始嘅一啲原因。跟住咧，第二波嘅周期咧，就係話，誒，我要重新開始工作，但係咧係被迫轉行。被迫轉行係咩意思啊？即係你嗰個行業覺得你年紀老、人工高、價值唔大，我不如揾啲後生仔啦咁樣。咁我自己就經歷過好多次呢啲被迫轉行嘅情況。大家都知道我曾經我一生人做過三大約是三個行業啦，
二十年喺銀行嗰度，七年喺保險公司嗰度，另外七年咧就喺教會做全職嘅傳道人，加埋呢個神學嘅訓練，即係十年嘅時間喺教會裏面工作，係一個全職嘅傳道人。去到我年紀大嘅時候咧，好多教會有60歲退休，有65歲退休，好多退到60幾至65歲嘅人咧，就算你係傳道人都好啦，你都會面臨咧，即係個教會需要換血、需要換人或者需要你退休的咁樣嘅情況。大家知道教會而家嘅年齡咧，即係教牧嘅年齡都係比較偏高啦。咁啊，後生嘅教牧咧，都係好搶手嘅，容易揾工嘅，特別係想牧養啲年青人啊咁樣。咁所以好多年紀長嘅教牧咧，都會自愿或者不自愿地讓出呢個位置出嚟咧，俾啲後生嘅嚟到上，或者係牧養嗰啲青年人啊咁樣樣，初職嘅人士啊咁樣。所以被迫轉行，即使係教會嘅裏邊咧，都好常見嘅一啲工作。嗱，做 IT 嘅人咧，亦都係另外一行咧，成日都會被迫轉行嘅。我以前嗰間銀行咧，成日炒親嘅時候先係 IT 嗰啲人。咁點解啊 ？System 做咗啦嘛，維系嗰啲又唔需要咁多人啊嘛。又不需要那麼多人新開發嘛，新開發的時候要新的科技平台嘛，那舊的人可能不適合嘛，這樣那會被迫你去轉行。如果是被迫轉行的時候呢，有很多苦果在裡面的，就是我稍後會講我被迫轉行的一些情況。那啊，是啊，真的都挺難的，挺心傷的，就是說哇，自己不是不努力的嘛，自己不是不付出的嘛，自己不是真的那麼差，但是為什麼要他不要我呢？這樣很多很多苦讀在裡面的。我想，如果你有這樣的經歷，你大概知道我說什麼。有些人是入不到行的，就是我認識的朋友呢，是長期找工，找不對工或者找不到工，咁唔係佢嘅 skill set 唔正，可能係際遇啦，可能係個人呢啲因素啦，可能係身體受過傷啦，有啲工作做唔到啦咁。譬如啲護士啊咁樣樣，佢有勞損啊，唔企得喺度啊，唔長期企得到啊，或者唔可以拎重嘢啊，或者行動比較慢啲啊，等等咧，就揾唔翻一啲即係前線嘅工作崗位，或者係啲教牧啊，甚至一啲即係。很多很多的工種咧都碰到呢個問題，又因為個身體嘅狀態或者係際遇啦，或者當時嘅經濟環境啦，咁啊都唔能夠揾到適合嘅工作。唔好意思，有電話輸入嚟咧，就會即係中斷咗，我都唔可以聽呢啲電話。咁唔知道我哋在座或者收聽嘅人咧，有冇啲長期揾緊工？不能夠入行的朋友，那我都是 很同情大家的，因為我自己都試過這些情況，離開了教會的時候，有一段的長時間呢，都是找不回即牧職的工作，那些人都說，你都快來老了，請你的時候都快來退休了，無謂啦，無謂承受這些風險啦，不如找個可以在這裡長做得長一點的，那特別是現在香港的人口老化呢，進入60歲準備退休或者半退休的人士找工作，無論你過往有幾輝煌的工作經驗都好，都是要進入半退休的狀態，不是沒有能力的，不是沒有知識，但是呢再重新回入工作的行業裡面都是有困難的，但是退休都是一種新的工作的，就是你怎樣去準備退休，怎樣去適應你的退休生活，都是一個重新開始的工作。咁講到退休呢，就有些人是主動退休啦，即係有些人叻嗰啲咪50歲退休咯，55歲退休咯，或者最遲60歲退休咯。咁我認識好多教師朋友咧，佢話我55歲就退休噶啦，我做校長嘅最遲60歲就退休噶啦，即係好似政府規定嚇，做校長嘅60歲退休。喂，60歲退休。如果你有85歲命，有25年時間噶嘛，點算啊？係咪可以重新開始啊？係咪可以轉換一個新環境啊？係咪可以學下煮餸啊？學下其他嘅遊山玩水嘅活動啊？夠唔夠錢使啊？如果唔夠嘅時候，點樣可以補充你嗰個財政嘅儲備或者資源啊？如果你後生嘅時候買咗樓，或者是公務員的，那就不用擔心啦，有長糧食或者有樓收租，但是很多中產或者是基層的人呢，
係唔得噶嘛，咁所以退休無論你係主動或者係被動退休咧，都要面對一個工作重新開始嘅問題。咁我有以前咧有啲做銀行界嘅朋友啦，做到中層啦，做到一個分行經理咁樣樣。咁你知道過去銀行都有一個即係炒魷潮啦。咁啊，銀行分行整縮，咁啊，刪咗啲分行啊，咁啲經理就褪咗出嚟咯。咁啊，做咗十幾廿年，做咗分行經理，好多嘅經驗嚇喺分行嘅管理啊、前線嘅管理啊，甚至係銷售方面啊咁。咁但係退咗出嚟，咁點算咧？咁有啲揾唔翻銀行工噶，或者揾翻銀行工咧，未必做得翻經理嘅。咁如果做低級一啲嘅，可能又唔願意啦。有啲夠錢嘅咪退休咯，走去大陸買層樓啊，咁啊過住啲簡單嘅生活。有啲就轉行啦，如果有音樂天分嘅，咁啊教下音樂啦，去下補習社啦，教下書啦，咁啊好多我啲朋友專業人士咧，半退休嘅時候都入咗大專界咧做講師，咁都好都幾好噶，講師都即係。一個禮拜講三個鐘，或者教兩科一兩科嘅時候咧，都有一個穩定嘅收入㗎。咁都係一個退休主動或者退休嘅行業，面對一個重新開始工作碰到嘅問題啦。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你突然間有個新嘅呼召啊。對於我哋基督徒嚟講咧，即係上帝叫你做第二樣嘢。咁叫你做乜咧？可能叫你做宣教士啦，可能叫你做教會領袖啦，可能叫你參與某種嘅服事啦，咁樣樣。咁可能係有入收入或者係冇收入㗎啦。咁如果你有呢個新嘅呼召嘅時候，第一你要確定呢個新嘅呼召真係上帝叫你㗎啦。因為上帝叫你做嘅嘢咧，你就真係唔使擔心嘅，佢一定會保住你，一定會供應俾你嘅。咁我自己都有咁嘅經歷。咁啊，係咯，啊係啊，我自己都有咁嘅經歷，即係上帝呼召我做另外一種嘅工作。但係由一種工作轉嚟呢個工作咧。你是需要裝備的，你需要學些新東西，然後才能夠適應這些新工作的。譬如我當年呢就學做軟木啦，學吉他啦，想著第日揸著頂帽在街裡面唱下吉他賺食，學薩克斯風啦，又是想著第日去酒吧吹下薩克斯風，退休的時候一個禮拜吹幾個鐘，賺回足夠的使用，我 都有這些想法，都做了很多這些準備的。我學輔導啦，花了很多錢很多時間，幾年的時間學這些輔導的工作，以致呢個人能夠懂得表達的情緒啦，懂得聆聽啦，懂得去幫人家去脫困啦，這些都是新的技巧，幫助自己呢去迎接上帝給我一個新的呼召。以上的八種情況呢都會俾你進入一個新的工作，讓工作重新開始嘅。我的經歷裏邊咧，我講大家俾大家聽就係我做過三個主要嘅行業啦，做過銀行20年，做過教會7年，然後做過保險7年，咁啊做過教會10年嚇，而家又翻返去保險行業，咁亦都係入咗重新翻啲行業都係年幾嘅時間啊，2019年尾嘅時候咧。是有新的呼召，重新進入這個保險的行業，繼續去為自己的理想繼續去做。大家知道在一個新的工作裡面是會有新的環境、新的挑戰的，無論你知道又好不知道又好，這些都是一個新的挑戰，就看你適不適應到了。技能上面的挑戰在新的工作崗位裡面需要一些新的技能的，譬如在保險行業你需要人物的關係，你需要銷售的技巧，你需要產品的知識，你需要考牌去做保險的代理，這些都是新的經驗、新的技能。你會進入一個新的環境呢，我不知道你的選擇是否在香港你的工作呢，我自己呢就曾經在過去呢去過北京，在北京做了2年，在廣州做過4年，這些都是當年是爭取國內的經驗，主動去進入去這些工作環境裡面。你會碰到新的上司，新的上司可能想認識你，可能不想認識你，可能糟質你，可能逼迫你，也可能給機會你發展是你的伯樂，不知的。你入去進入新的工作環境的時候，這個都是你要考慮的因素，就是在這個新的工作環境裡面你適不適應，你是否可以發揮到你的所長，和這個上司夾不夾。是為知己者死，我很相信這件事，你每個人都是有才華的，每個人都是獨特的，當你是有這樣的技能，
找到個賞識你的人就好像如魚得水啊，飛躍龍門咁樣。在新的環境裏邊你得到很大的幫助，得到很大的發揮。咁你會開始一個新生活啦，新的生活就係話你新的作息程序啦。有些人喜意揀夜班工作，最近咧好多朋友話做保安啊，做保安有個好處咧，就係日頭做一份工，夜晚咧做埋呢個保安。咁夜晚人工係高啲嘅，咁你做兩份工咧就夠食噶啦。咁啊，夜晚咧就輕省啲嘅，即係話人少啲啦，俾多啲時間嚟安靜啦。啊，當然你唔可以瞓覺啦，但係你要巡下更啊，做下嗰啲嘢咁。咁好多人係做兩份保安嘅工作，係日頭喺商場做，夜晚喺屋苑度做咁樣，咁嚟到去即係養生嚟到維持呢個家計。嗱，依啲都係環境改變俾你嘅適應啦。但係你自己有冇新嘅價值取向咧？你自己有冇個使命感咧？嚟到去唔係被動咁樣去工作揀你，而係你可以揀一啲嘅工作咧。呢啲工作俾到你一個感受係乜嘢咧？你係咪以種受苦嘅心態嚟到做啲工作咧？覺得騎牛揾馬咁嚟到做咧？定係你入到呢個新嘅工作環境咧，真係如魚得水有所發揮咧？咁呢啲係工作揀你，你揀工作嘅一個互動嘅一個結果嚟嘅。咁喺新嘅適應裏邊咧，呢份工作會帶俾你個新嘅出路，俾到個新嘅平台俾你咧，係發揮你嘅才能。咁啊最好嘅，如果揾到啲咁嘅工作嘅時候咧，工作重新開始咧，對你嚟講，唔單止個挑戰咧，仲係一個成就你自己嘅理想夢想嘅一個咁樣嘅新嘅工作。係啊，好啦，咁啊，以上嘅八種情況咧，係我自己個人經驗啦。咁似乎乜嘢我都移民我未試過，但係入行試過，跳槽試過，轉行試過，被逼轉行試過，入唔到行都試過。我想翻去大學教書，咁曾經一段時間咧就揾唔到呢啲咁樣嘅教職。我唔想教書嘅時候，好多人揾我去教書；我想教書嘅時候咧，好多大學咧都請曬人嚇。主動退休試過，被動退休都試過，接受新嘅呼召都試過。咁所以咧，自己喺呢個新環境、新挑戰方面咧，真係即係好多好多嘅鍛鍊喺我自己嘅身上。所以我今日夠膽咧，同大家去分享啊依啲咁嘅工作重新開始嘅時候，我所面對嘅問題。好啦，喺中嘅重新開始嘅時候咧，有各種嘅情緒喎。入行嘅時候難掩呢個興奮啦，主動跳槽嘅時候咧，對於工作有個期待啦。移民或者回歸的時候咧，好無奈啦，都唔係想走嘅，係嘛？都唔係想走嘅，就係好多人都唔想走嘅。咁但係如果走，但係屋企人走嘅時候咧，咁啊真係要即係話好大嘅決心啊、面對好大嘅即係不明朗嘅因素，咁係唔容易嘅決定嚟嘅，係好難嘅決定。咁但係有啲人去咗回歸之後，去咗移民之後咧，係好適應新嘅生活。好多人咧係完全唔適應新嘅生活。如果被迫轉行的時候都幾慘嘅，好沮喪嘅，好失落嘅，覺得好懷疑自己嘅能力啊，即係係咪真係自己冇料到咧？係咪真係自己已經被淘汰咧？係咪真係自己唔掂咧？俾人哋差咧咁樣，入唔到行咧就好無奈、好無助啊！即係自己係咪真係唔識啊？自己做咗咁耐啦，依啲咁有經驗啦，點解人哋睇唔到咧？點解人哋唔想識咧？啊！真係好無奈、好無助。咁係咯。如果主動休息嘅時候咧，係好啊，恭喜你啦！你可以咧嘆世界啦，你可以做一啲自己平時冇時間做或者冇做唔到嘅嘢啦。咁啊，可能係照顧屋企人啊、抱孫啊、去旅行啊。我有好多朋友係中意去遊船啊，咁啊，周圍去啊，歐洲遊船啊、美國遊船啊、加勒比海啊，而家最近就香港啊亞太區嘅遊船啦、啊。咁啊，最近遊船就慘啦，即係冇得講啊！即係最近啲遊船我都冇得講啊！我自己未去過嘅，咁或者未夠老啦，或者未夠時間啊去做呢樣嘢。咁但係主動退休嘅人咧，可以有一個休息，重新去揾自己新嘅生活。咁以前我都教過一啲嘅課程咧，係幫人去適應呢個退休生活，或者退休之後咧，我哋唔係叫做人生下半場啊，係叫做人生嘅重新開始。一個另外一段25年嘅人生，你諗下，由0歲到25歲，你嘅生命裏邊做咗幾多個改變？你讀小學、讀中學、讀大學，出嚟娶老婆、揾工作，
哇！25年裏邊咧，呢個生命裏邊好大嘅改變。未來嗰25年，你而家60歲，如果退休去到85歲啊，我哋有平均有25年嘅壽命。呢25年咧，真係可以再打幾個關鬥嘅。咁啊，唔係話即係老到咧冇嘢可以做啊，唔識做嘢啊咁樣。咁所以一個退休之後嘅重新嘅規劃，咁我同阿而家網上都好似喺度啊。阿 Agnes 就曾經教過呢啲咁嘅課程啦。Agnes 見到你喺度啊，多謝你睇啊。咁啊，都幾好噶，幫助好多人轉型嘅。咁啊，重新呼召亦都係啦。重新呼召嘅時候就我俾嘅形容就係小心翼翼啦，因為你第一你要確認呢個神嘅呼召啦，同埋你都係入到一個民族新嘅環境啦。神叫你做嗰啲嘢咧，都唔係咁易啃噶。係啊，真係唔係易啃。你睇下呢個阿伯拉罕，叫佢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咁啊死啦！咁啊用呢個伊拉克咧，就去到迦南地，咁啊走兜咗個大圈，跟住仲話應許佢啊成為萬國之父，不過係佢嘅子孫好多代之後嘅事。咁啊中間呢段時間咧，年老又冇仔啊，跟住又唔係好信上帝俾個仔佢啊，咁啊中間好多嘅掙扎位咧，係小心翼翼咁去面對。嗱，無論你嗰個情緒喺呢啲工作重新開始嘅時候係邊一種嘅情緒咧？咁你需要一啲新嘅幫助、新嘅心態、新嘅信念啊、新嘅行動，同埋咧係養成啲新嘅習慣。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會講下喺啲經驗裏邊咧，呢8個嘅階段嘅裏邊咧，幫助得我好重要嘅，或者今時今日都仍然成為我一個學習嘅。鍛鍊嘅，持有啲咁樣嘅諗法嘅心態、信念、行動嘅一啲咁樣嘅自己嘅一啲生命總結。咁呢啲行點樣幫過我咧？我跟住嚟講下分享啦，即係自己喺匯豐退落嚟嘅經驗。咁自己曾經係匯豐一個高層啦。咁啊，唔係我喺匯豐銀行長大，我唔係嘅。我以前喺美資銀行長大嘅。咁我喺匯豐入匯豐嘅時候咧，都好離奇嘅。咁啊，係獵頭，都唔係獵頭，係匯豐銀行一個舊同事，以前仲喺美資銀行做嘅，後尾佢就去咗匯豐做人事部。咁人事部裏邊咧，個新老闆就需要揾一個人指定咧，就係要係匯豐以外嘅人入去匯豐銀行，因為佢想有啲新嘅衝擊啊咁樣。咁揾咗好耐咧，都未揾到適當嘅人。咁因為佢又自己都未清楚需要揾啲咩人啦，揾啲低級嘅。就唔夠經驗，揾啲高級嘅，咁亦都唔係咁容易，即係橫空咁樣入去匯豐呢個咁即係老牌子嘅銀行，英式嘅銀行嘅裏邊。咁所以揾咗好耐揾唔到人。咁當時咧，我係做緊自己嘅顧問公司，亦都係做緊一個政府嘅合同啊，研究為政府咧研究某啲嘅政策啊咁嘅。咁啊做得好辛苦，成日開通宵啊咁。所以我都諗下，哎呀，都唔好。翻嚟打工啦，唔好自己再做管理顧問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嘅舊同事而家做咗人，當時做咗人事部嘅咧，就揾我傾下。喂，匯豐揾緊人喎，嗰個位咧就未定嘅，都唔知幾高級或者幾低級嘅，想唔想見下咁？咁我睇個工作嘅性質話，我都唔知係咩嚟喎，叫做 Head of Customer Marketing，因為即係客户市場部嘅主管。咩嚟㗎？做乜㗎？咁因為唔同嘅機構對呢個工作有唔同嘅期望㗎嘛，咁啊接觸咗啦，咁啊見咗2次之後咧入咗去，咁啊做咗2年，做咗喺匯豐銀行做咗呢個高層嘅職位2年。咁2年之後咧，就因為大家知道有個911嘅事件啦，即係世貿事件，即係飛機撞World Trade Center，咁撞完之後咧，銀行就成為重災區啦，所有銀行都冇生意啊。即係冇得發圍，即係廣告賣都冇用啊！因為啲人都人心惶惶啊。咁嗰個時候咧就收到大信封，咁啊老細就同我講嘅話：，唔係你做得唔好啊，志堅啊，不過我哋要做一啲嘅 consolidation，即係話將一啲職位合併。咁你新入嚟，咁啊先入先走啦，咁樣樣。咁當年我美國合同未完㗎，咁啊離開咗。不過匯豐銀行都好人道嘅，當年。佢話咁啦，嗱，你可以選擇咧去我哋嘅叫做 career counselor 啦，即係一間公司喺呢個置地廣場嘅一間咁樣嘅顧問公司。嗱，我俾3個月嘅時間你，你可以咧係用呢個顧問公司嘅服務
去重新找你的工作，这叫做即高层的即找工的一个这样的机会。咁好啊，我就接受咗呢個咁樣 offer 啦，收咗一份人工之後，咁啊接受呢個 offer。咁喺依間嘅顧問公司裏面咧就死啦，好痛苦啦。咁第一咧，你要扮翻工啦，雖然你要話俾屋企聽話，我而家離開咗匯豐銀行啦咁樣，咁但係冇理由成日蹲喺屋企噶嘛，你要扮翻工啦，仍然係著翻套老西，仍然係翻中環啦，仍然係好似翻行政工作咁樣。咁嗰個地方咧，都是好像一個辦公室咁嘅，就冇自己嘅房嘅。咁但係咧，你可以用佢嘅 library 啊，去揾呢個 job market 嘅情況啊。佢有曬所有香港嘅獵頭公司嘅資料啊。咁佢教你點樣重新包裝自己啊，揾寫你嘅新嘅 CV 啊。咁你有十把刀，咁你唔係把把刀都揾到食噶嘛。咁你要收起一啲刀，然後咧突出某啲刀出嚟啊。咁個 counselor 咧就幫你去諗呢啲咁嘅嘢。咁啊，重新去接洽嘅所有嘅獵頭，咁當時咧都冇乜運行啦，因為銀行界真係冇乜工作係可以俾我哋啲咁樣嘅即係半途俾人掟走出嚟嘅人咧，就入翻去嘅。咁就唔係完全冇嘅，如果諗翻轉頭嘅時候，咁但係當時自己真係個信心好動搖啊！自己係咪做得唔好咧？點解？咁揀人走嘅時候揀中咗我咧，啊留低嗰個人係咪真係叻過我好多？都好多啲咁樣嘅價值嘅懷疑，啊對自己嘅不信任啊，咁要重新揾，咁我咪真係成世就係咁咧咁樣樣。咁啊，係啦，係咪我啲技能啊，我啲經驗啊？咁我有二十幾年嘅銀行經驗喎，揾唔翻工喎，入唔翻銀行喎，係咪真係咁嘅咧咁？咁喺呢個時候咧，個心態好緊要啊！個心態真係好緊要，即係你點樣揾翻你嘅自信。咁係啦，即係嗰個顧問咧係可以幫到你少少，但係佢只係幫到你少少嘅啫。你更加需要嘅咧就係對自己揾到自己嘅重新肯定。你好清晰咁話俾自己聽，成功同埋失敗唔係因為你自己，唔係你做得唔好啊，自己唔係你做得唔好，個老細都係咁講，唔係你做得唔好啊。不過真係。環境嚇、啊，真係兩個揀一個，咁咪梗係新入即係後入先出，咁啊咁你可以怨乜嘢咧？咁你又唔可以怨九一一嘅，咁我自己嗰陣時都未有信仰嘅，咁我都唔信即係又未識上帝啦，唔知道呢個係上帝嘅安排啦，或者點樣樣咁。咁但係首先第一樣嘢就話，我人生嘅事業嘅成功失敗，真係唔係喺我自己嘅手上。今時今日我都是這樣想的，今時今日我在保險行裏面，老闆就問、啊、今年裏面誰想升級、啊、這樣，那我第一個反應就說、哦、今年裏面我都沒有特別想升級、我自己給自己的想法就是說，喂，如果我不想升、啊、如果我想升，上帝不讓我升，那也升不到、啊、如果我不想升，但上帝要我升，我不升都不行的，那我又多了一样这样的理由去说服自己，不是不努力，仍然会努力做足公司的要求，但是升级就变成不是我今年的目标了，就是我会转移我的目标是做好我每一件事、嗯、知道我自己升不升到级，我的成功我的失败不是因为自己，是因为其他人的、理由。咦，那我已经不过说了四十分钟了，是这样说是这样说，那入正题，不好意思啊，那要讲快点了，因為第一次都是做，咁講下嘅時候就話，哦，第二咧就係、是，好多時啲人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俾人哋打沉咗，俾人哋炒咗油嘅時候咧，會即刻有種反抗嘅心態，即係有種憤世疾俗嘅心態。哎，你呢個神咧，當時我拜緊黃大仙嚇，黃大仙，你而家都唔保佑我，係咪我啲香火唔夠？係咪我唔夠神心？係咪我即係唔夠捐款等等？即係籤香又唔夠多，好多時就會。轉咗去牛角尖裏邊咧，就憤世疾俗。憤世疾俗嘅意思係點啊？你唔再請我，我唔屑不屑做你嘅工作，唔玩嗱，咁就唔係選擇退休咯。咁唔係唔可以退休嘅，唔退休咪即係唔做嘢咯。或者你唔做嘢一輪，咁你好難做翻嘢㗎。即係咪你嗰個心態啊，嗰、那個社交嘅能力啊，全部都差曬。咁嗱，扮翻工，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啦。扮翻工咁啊，講起上嚟都幾滑稽。喺冇工嘅時候咧，你又唔想成日對住屋企，因為你成日對住屋企咧就好多嗌霎嘅。咁啊，
屋企人俾好多壓力，喂，出去揾工啦！點解你依份幫工又唔揾，嗰份工又唔揾，依個報紙你又唔申請嗰份工，你又唔申請啊？你試下啊嘛，即係好大嘅壓力嘅。我唔知你試過未？家人對你嘅揾工作或者對你嘅收入咧有個期望嘅。咁如果你真係被逼退咗落嚟嘅時候咧，咁你滿足唔到家人嘅期望咧，咁如果你好彩，你有個明白你嘅家人嚇，即係阿爹哋唔緊要噶。啊！你揾唔到工咧，我哋都唔使啊，唔會冇書讀噶。啊，我哋都唔怕冇面噶。啊，老婆都話我會撐你噶。啊，你揾唔到工，我出去揾住嘢做先啦，即係支持下個家庭啦。如果你咁咧就好啦，即係俾到呢個緩息嘅地方咧，就是、重新再嚟。但係如果你碰唔到呢啲咁嘅家人，反為咧佢俾到壓力你，啊叫你攞錢翻嚟開飯啊咁樣樣，咁就好大嘅壓力。咁一個月你捱到啫，三個月你捱到，半年都捱到。但係假如一年都揾唔到工作嘅時候咧，就會經濟出現問題，家庭出現咗問題。咁呢個時候你嘅心態係好緊要。點樣面對呢啲咁嘅逆境咧？點樣面對呢啲嘅打擊咧？點樣面對即係經濟嘅壓力咧？咁呢個心態係好緊要。咁啊，講到呢度嘅時候咧，停一停先，睇下。網上的人呢有沒有什麼的想提出來問一下，我因為我現在看不到 Facebook 上高的問題的，但是不要緊，稍後看吧，稍後我們到了 Q&A 的時候我再看回，如果你問有什麼問題想問呢，現在就可以寫在 Facebook 那裡告訴我，即你有什麼想我講多一點點，如果不是的話呢，我講一下我怎樣去應付這個這樣的環節。我哋講第一樣嘢係心態，心態係你嘅心理狀態。你嘅心理狀態係積極、neutral 定係負面咧，係好影響你會做啲乜嘢，會諗啲乜嘢。咁一個正面積極嘅心態係點樣嚟嘅咧？我就記得嗱，我同大家分享嘅《羊皮卷》。《羊皮卷》咧係一本書嚟嘅，書名咧就叫做《世界上最偉大嘅推銷員》。啊，呢本書咧而家買唔到噶啦。但是呢在70年代80年代呢是賣了2000萬本，寫的是一個美國人，他還有一個故事，就是一個猶太人呢在沙漠裡面找到一卷羊皮卷，打開來看呢，原來是一個寶庫來的，原來呢就給了他10道的羊皮卷，10個的指引，生命的指引。那這個指引呢就是給到他呢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還有一個內向，不懂講嘢，不懂同客人傾偈，變成為一個世界上有錢的人，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咁當年咧，我係離開咗匯豐之後咧，我最終係揾咗一份保險嘅工作。咁揾呢個保險工作咧，主要嘅原因咧，就因為我喺銀行嘅時候咧，推動過銀行保險，對保險咧就唔係話完全唔識。咁事實上咧，當年我喺銀行界第一個將保險嘅產品咧引入喺銀行裏邊。當年咧係透過保誠保險公司咧係提議佢啊，即係當時佢哋都唔識做銀行保險嘅，我就話俾佢聽，喂，你可唔可以為我哋銀行設計一個新產品啊？做一個按揭嘅保險啊，即係話我哋借錢呢個買樓，就佢爭我哋100蚊咁即算啦，你就將100蚊咧做一個嘅人壽保險。咁假如佢喺呢個供款期間唔存在離開世界。咁佢家人唔使幫佢還債啊，你就補佢個貸款額，按照呢個貸款額每年遞減，你就設計一個保險咧，補下呢樣嘢，以至咧佢係保費係最平。咁你銀行幫佢借埋呢筆嘅保費嘅錢，咁啊銀行借到多個 personal loan 啦，咁啊保險公司有生意做啦，咁啊似乎即係三贏啊，銀行有好處，客人有好處，保險公司有好處。咁當年咧，保誠就係為我哋設計咗呢咁嘅產品，我哋當年係銀行界裏邊咧。第一個推出呢啲咁嘅按揭保險嘅銀行，咁因為咁嘅關係咧，我就認識咗保誠嘅當年嘅佢哋嘅律師，負責同我傾呢個產品開發啊，同埋啲合作條款啊，大家嗰個合同啊嗰啲咁嘅嘢。咁幾年之後咧，我喺匯豐嘅時候咧，佢已經係保誠銀行嘅總經理啦。咁我就揾翻佢，我話我而家離開咗匯豐。以前做啲銀行咧，做一啲個人理財嘅嘢，有冇啲乜嘢可以喺保險公司裏邊重新開始啊？咁樣，咁佢可能賞識我啦，佢覺得我都一個好對手啦，咁就介紹咗佢嘅中國部嘅負責人，
就引荐咗我咧入中国国内广州咧系入保险行做银行保险，咁就带咗我咧系真系一个保险公司里边咧系工作，咁啊人工梗系冇咁高啦，即系俾我汇丰嘅时候，咁啊但系有份工啊，翻去广州工作，家人都放心嘅，咁我就开始咗转入去呢个保险行业，咁因为进入咗保险行业之后咧。我就喺一年之後咧，我就決定去北京發展嚇，做呢個保險嘅代理。咁啊，當年去北京嘅時候咧，係揸住個包嘅咋，識得一個朋友，又唔識北京人，又唔識即普通話，又講到甩甩咳咳啦，自己以為香港人講得好好嗰啲啦，去到講北京話、普通話咧，北京人都唔知道我講乜嗰啲啦。咁因為啲四聲搞唔掂啊嘛，即香港人。最大普通話的問題就是發音不準，第二就是四聲不調，去到北京的時候都是慢慢從頭再學的，很多適應要做的。但是去北京的時候就學習到這件事叫做羊皮卷，是的，就是一個這樣的幫助羊皮卷。我們看到 Harissa 進來了， Harissa 多謝你，你現在就成為我們這個註冊的登記了這個參加這個網上研討會的朋友。咁我見到咧，網上亦都有其他嘅朋友參加咗啦。係啊，多謝你啊，參加我哋有幾位嘅朋友啊，啲名都好爽面嘅，都係我喺面書上面嘅好熟嘅朋友，同你哋再次打個招呼啊！多謝你睇，咁我喺度唱獨腳戲，咁啊係啊，未試過㗎，咁啊依啲叫做 webinar 嚇，即係網上嘅論壇，咁啊得個人講嘅啫，你哋暫時都唔講到嘢嘅，嗱你可以問問題嘅，可以喺個 chat room 裏邊提問，可以喺 Facebook 度提問嘅。我就開始修練呢個羊皮卷喎，咁啊點樣修練法咧？就每日去讀，咁啊覺得佢裏邊咧好多嘅觀念咧，好幫助到我。咁我今日就係藉住啲羊皮卷咧，訓練下我當時操練嗰種嘅心態。第一樣嘢咧叫做今天我開始新的生活，今天我開始新的生活。嗱，如果你每日都係咁諗，每日都係一個新嘅生活，起身嘅時候同自己講。今天我開始新的生活，那你就可以很容易忘記了你過去昨日以前那種心情的不愉快，被人炒魷。當年我被匯豐收大信封的時候，那個場景今時今日還在我的腦海裡面很深刻的，如果我想記呢都記得回的，因為呢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過大信封啊，第二期來的不知道的，突然間老闆請你上去他辦公室請你坐下，他自己就黑埋苦埋口面的，即是很嚴肅的，即是不會跟你笑的，不會輕鬆的，跟著就說子堅這個是我們公司給你的信，你看看啦，看完之後就當然知道了，跟著就說幾句話，不是你工作得不好，我們現在有個機構的重整，所以我們決定了呢請你今天離開，跟著請你出去跟我們人事部談其他的事情，咁就係咁啊，幾句説話，咁你面懵懵咁啊，行咗出去，咁啊，跟住你又見人事部講下你嗰啲即係嗰個 severance pay 啊，講下啲嘢，跟住就人事部就話我哋安排咗顧問公司喺下低嗰間房，如果你要用佢個服務或者想了解佢哋嘅服務，可以做啲乜嘢，同佢傾下啦。咁原來排好曬嘅，成嗰啲做戲咁樣一站兩站三站咁樣嚟到處理，即係我嘅離職，同埋咧都算信任我啊，俾一日時間我去執包袱。咁我話。你俾我親自同我啲夥計講啦，當時我有幾個 VP 手下，你俾我親自去交代呢件事啦。咁你唔好突然間宣佈咁，等我唔知點同佢哋交代啦。咁結果我就落揸住即係封大信封，傾完之後咁啊入去個房裏邊，咁啊叫曬啲夥計嚟個交代呢件咁嘅事啦。啊！咁啲夥計話我哋晏晝請你食飯做戰行啦，咁你都冇面啦，係嘛？咁你都唔會接受呢個好處啊！我哋有機會先講啦，咁樣。咁當日就係我咁樣離開。咁如果諗翻轉頭都係仲係好心酸嘅。但係如果我哋話俾我哋聽，今日我要開始新嘅生活，今日我要開始新嘅生活，無論同埋成功或者失敗，唔緊要，嗰啲都係過去啦。今日我要開始一個新嘅生活。我修練嘅裏邊咧就話俾我聽，成功同失敗最大嘅分別咧就是我哋有養成唔同嘅習慣。而好的習慣就是成功的開始，所以在新的生活裏面我們要培養自己一個新的習慣，全心全意去投入一個新的習慣那裡，這個新的習慣就會代替了我舊的習慣，這個新的習慣不是一種衝動來的，是要建立的，
佢唔會威脅我嘅前途嘅。我嘅品味、我嘅情緒、我嘅偏見、我嘅慾望、我嘅愛、我嘅恐懼、環境對我嘅影響，最緊要係呢個新嘅習慣。我要養成呢個新習慣，用呢個新習慣咧，我就能夠面對我今天嘅逆境。我要用呢個新嘅習慣嚟到支配壞嘅習慣，過去造成我失敗嘅壞習慣，我可以將佢消除，然後我要重新開始過一個新嘅生活。嗱，呢個係一個對自己嘅自我宣告。每日我哋都可以同自己做個咁嘅宣告，無論你嘅喺個成順境或者逆境嘅裏邊，今日我要開始新嘅生活，養成好嘅新習慣，全心全意咁樣去做。直至到今時今日，每一天我都係用呢個開始。咁所以，我而家嘅工作都好多嘅委屈噶，都好多嘅負面噶，都好多嘅批評噶，客人嘅拒絕啦咁樣樣。但係唔緊要，今日我就開始新嘅生活。淨係咁樣唔足夠，你仲要多一句，我要用全身心嘅愛嚟到迎接今天。我要用全身心嘅愛嚟到迎接今天。是不是只是基督徒才讲爱呢？不是的，所有人都讲爱的。这个爱会令到你有什么的力量呢？这个世界上呢最伟大的力量就是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是大得过爱。你会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个妈咪见到自己的 BB 在街上就来有一架车撞咗佢啦，佢一定撲出嚟，一定去想辦法 stop 呢架車，甚至咧同佢撐過保護自己嘅仔女。咁呢個時候佢啲力都唔知喺邊度嚟嘅，係真係可以推停一架車，或者用自己嘅身體去阻擋呢架車，保護自己嘅細路哥。嗱，呢種就係愛嘅力量。要任何人嘅改變，要夫妻之間改變，要仔女改變，最偉大嘅力量係愛嘅力量。呢、這個愛嘅力量咧，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因為你愛，所以你可以讚美你嘅敵人，批評你嘅，你可以接受敵人，可以成為朋友。成日因為愛，你可以咩人都可以讚美，唔係批評，唔係反擊，唔係詆毀。因為愛，你唔會搬弄是非，唔會說三道四，唔會喺人哋背後講人哋嘅閒話。因為你愛這個人，愛得夠多夠深的時候，當你接受到批評的時候，你能夠咬住這個舌頭。因為這個愛，所以你讚美人的時候，你能夠找得出他值得讚美的地方。這個對我的幫助很大。今天我在這個逆境的時候，我開始做一個節目，叫做《不平凡人中的不平凡》。我真的這樣想，我真的看到我周圍的朋友裡面，你話佢嘅成績點差都好，你話佢點樣自閉都好，或者佢曾經受過啲咩嘅挫折，又或者係抑鬱嚇，今日咧能夠走翻出嚟都好。喺呢啲咁樣嘅住劏房又好，或者甚至做乞衣嘅，或者做露宿者嘅都好，衣衫褴褛嘅人都好，我都能夠有能力咧喺佢哋嘅當中揾到佢哋嘅價值，揾到我哋值得學習羨慕嘅地方。嗱，呢個唔容易嘅，呢個真係唔容易嘅。好多時我哋俾人鬧兩句，我哋彈開啦，我哋避開佢啊咁樣。啊，邊個批評你多啲啊，你就即刻反抗啊，同佢砌過啊咁。咁係咪唔完全冇啲咁嘅情緒咧？咁我今時今日我自己反省啦，我都有啲咁嘅情緒嘅。有時同人砌過，啊，同你死過，你咁樣話我，我第一個反應就我唔係，我唔係你咁講嘅。我比你想象中好，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都有這樣的反應。那當我有這樣的反應的時候，我就看回自己，哎，我真的不夠愛這個人。因為愛會影響了我們的言談舉止，降低了我們心靈上那份的牆，變成為一定跟人溝通的橋梁。當你愛的時候，你講說話會溫柔一點，因為你愛他的時候，你不會那麼 harsh， 對自己不會那麼 harsh， 不會那麼挑剔。因為你愛的時候呢，你什麼情況都可以愛，首先是愛自己先。愛自己，無論怎樣都好，失敗都好，你看到，因為你愛自己，所以你看到失敗是一個教訓。你聰明的人，聰明到怎樣都好，
啊，人哋話：，你睇人哋幾叻幾叻啊，做幾多生意，做啲乜嘢又升級升得幾快。哦，你愛佢哋嘅時候咧，你睇到，佢都係人嚟啫，佢嘅努力得翻咁嚟嘅成績，佢應份啦。你唔會有嫉妒，你唔會有抗拒，你唔會有逃避，因為愛嘅時候咧，你會謙卑，你唔會仇視有錢人，因為啲有錢人好孤單。你唔會唔識愛啲窮人，因為窮人實在周圍都係。你唔會妒忌人哋後生，能夠做好多嘢搶咗你個飯碗，係因為你睇到呢啲青年人，佢哋有佢哋嘅真誠，有佢哋嘅執着，有佢哋嘅好處。你愛老人家，因為睇到佢哋有智慧、有豐富嘅經驗。你愛一啲靚人、靚嘢、靚嘅事物。因為你睇得到，中意啲咁嘅人，其實佢個裏邊嘅空虛。你愛一啲醜樣嘅人，睇到佢啲醜樣嘅背後嗰種嘅善良。你愛啲靚嘅人，靚嘅男仔、靚嘅女仔，你由衷嘅有一種嘅欣賞同埋內心嘅喜悅。嗱，呢個就係愛俾我哋一種唔同嘅生命。我哋學輔導，我哋學保險。我哋學好多嘅嘢，如果冇咗呢份愛心嘅時候咧，係唔會做得好。我哋做教牧，如果將佢視為一種工作，我帶你祈禱啦，我幫你崇拜啦，我幫你做輔導啦咁，而係冇咗一種嘅愛心，冇種嘅憐憫，冇種嘅欣賞，冇種咧一種願意為佢付出嘅呢種咁嘅愛心咧，你唔會做得好你嘅工作。啊，呢個就係。用全身心嘅爱嚟到迎接今天，咁你点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呢？你要反省咯，你要每日去检讨咯。喂，今日你见咗边个啊？你今日点解你会嬲个人嘅？今日点解你会唔高兴嘅？点会你咁反叛嘅？点会咁尖酸刻薄嘅？咁你要知道个问题就系你唔够爱佢哋咯。你嘅家人，喂，点解你家人今日嬲咗我啊？点解唔同我讲嘢啊？点解有咁多嘅批评啊？所以你愛佢嘅時候咧，就會接納佢哋咯。係啊，咁佢哋睇到嗰啲嘢都係好嘅，即係咁樣指正你，都唔係批評你嘅，都係想幫你嘅啫。咁你能夠欣賞到佢好嘅一面啊，呢個真係好緊要嘅操練，好緊要嘅心態嘅操練，用全身心嘅愛嚟到迎接今天。咁呢兩招咧，其實已經可以幫到你消化咗好多負面嘅能量，可以俾你喺個谷底裏邊走翻出嚟。揾唔到工啊，愛自己咯。今日。我以迎接新嘅一日咯，系嘛？爱自己嘅时候揾唔到工啊，都可以食餐好噶嘛。食餐好啲嘅时候，俾自己调整你嘅身心态、灵嘅状态，咪可以从头再嚟咯，系嘛？咁所以呢个咧都好帮到我。好啦，第三个好紧要啦，呢个心态就话：喂，唔掂嘅时候要再试过。我唔會接受失敗嘅，因為字典裏邊冇失敗呢個字喎，只有未成功嗱，呢個係好緊要嘅信念嘅。喺我嘅字典裏邊冇失敗呢個字啊，即係我未成功呢個信字，我唔會做唔到，唔係冇可能嘅。啊，辦唔到冇法子，有問題，失敗行不通，冇希望，退縮，唔喺我嘅生命嘅字典嘅裏邊。越困難越輕鬆，逆境疫情唔俾我。見客，我就越要透過其他嘅方法嚟到去見客人，同客人建立關係。越辛苦越痛苦，我就將個眼放喺未來，睇嘅係未來。當個市場恢復嘅時候，我可以認識幾多人做幾多生意。我唔會甘心屈服喺呢個困難嘅面前，相信沙漠嘅盡頭一定係綠洲。嗱，呢個係好緊要、好緊要嘅心態同埋信念。你要嘗試。我講最近一個難題咧，我最近學 Zoom 呢樣嘢，咁啊新學嘅啫。我同大家一樣，都係2月、3月嘅時候開始用 Zoom。咁仲係咧學校提出，哇！我哋要網上教學啊，咁用咩軟件啊？咁我以前只係識 WhatsApp 啊、WeChat 啊咁嘅嘢啫。佢話我哋學校咧決定咗用 Zoom，好多大學都用 Zoom。咁咩嚟㗎？咁咪試下咯，俾個户口我，咁啊上去試下啦。初時嘅時候，梗係手頭腳震啦，樣嘢都唔識做啦。喂，我點樣可以睇嗰個 chat room 啊？點樣可以將嗰個畫面分享啊？呢個畫面分享冇聲嘅，點樣可以有聲啊？哇！真係撞板，我哋開呢個團契籌查經，
喂，點搞啊？即係想唱詩歌喎，但係出唔到聲喎，係咩問題咧？我唔識撳掣啊，定係點解得畫面唱唔出唔到聲嘅咧？咁如果你喺 Zoom 裏面出聲咧，靠摸索咧就有排都摸唔到。點啊？上網咯。嗱，當時嘅 Zoom 咧係冇咁多 video 教你點樣去做，而家多咗好多啦。咁唔識咁點算啊？喺嗰個 chat room 嗰度問人咯。喂，我唔識點解電腦出唔到聲嘅？究竟我電腦問題定個網絡問題啊？定係對方嗰個網絡問題啊？定係公家網絡嘅問題？慢慢發現嘅時候，咦，原來有個掣要撳嘅喎。咁啊，撳嗰個掣得唔得咧？唔得，都係窒下窒下，啲歌窒下窒下，點算啊？原來仲有個掣咧，唔可以撳嘅喎。你撳咗呢個掣嘅時候咧，你為咗維持個畫面嘅質素咧，個聲音嘅質素就差咗啦。啊，慢慢咁摸，慢慢咁調。原來發覺用 WiFi 嚟到去播音樂咧係唔得嘅喎，因為 WiFi 咧好食呢個 data 嘅喎，數據嘅喎。咁如果多人用 share 你個 WiFi 嘅時候，你咪窒下窒下咯。慢慢摸，慢慢撞，慢慢撞板，慢慢請教人，慢慢學嘅時候，咦，原來點啊？原來而家咧用網線博電腦咁樣入咧就冇問題喎。而家唱歌哇，哈利路亞！我幾個禮拜之前先學識呢個網上面唱詩歌喎，大家喺唔同嘅屋企嘅地方裏邊一齊唱詩歌，冇問題喎，原來唱到哇，好開心啊！因為我解決咗一個困難，我做網上直播，我點樣做噶？又係 YouTube 又 Facebook 咁多樣嘢搞，點樣可以直播咁多樣嘢噶？唔識噶嘛，咪試咯，試到識為止咯。嗱，呢個咁樣嘅堅持不懈，直到成功，借鏡人哋成功嘅秘訣，過去嘅失敗我唔計較。我相信明天會更好。當筋疲力盡的時候，仍然一試再試，避免失敗來到收場，咪再試咯，繼續搏咯。我相信終會有成功的日子，即係話鍥而不捨，金石可留，呢個係真係嘅嘢。咁如果一個人佢喺呢個咁樣嘅轉工的環境裏邊，一個失敗的環境裏邊，一個被動被人哋逼住轉行轉工的環境裏邊，你唔試，你點可以揾到份新工咧？你唔試，你點知道個新工裏邊你頂唔頂得順咧？可唔可以開創呢個新嘅局面咧？所以堅持不懈，直到成功，係一個好緊要、好緊要嘅心態。嗱，你聽你講嚟，你話唉老生常談啊，我都知啦。唉，堅持，但係當你喺呢咁嘅環境裏邊咧。呢種咁樣嘅 persistence， 堅持不懈，直到成功，呢幾個字咧就真係幫你走翻出嚟，喺個谷底裏邊走翻出嚟，堅持不懈，直到成功。嗱咁啊 ，Facebook 嘅朋友咧睇唔到我 PowerPoint 啊，唔好意思，即係我未解決到呢個咁樣嘅技術上面嘅問題，但係多謝你聽啦，多謝你透過面書裏邊聽我所講嘅嘢啦。咁而家我哋講緊即係話一個。工作重新開始時個心態嘅準備，係啦。舉一個例子啊，喺呢個疫情嘅時候咧，咁大家都話唔好出街，唔好見人。大陸嘅客入唔到嚟，咁你想，如果你做開大陸客嗰啲咧，根本就冇乜機會。你除咗問候下佢，啊有冇口罩啊，有冇洗手液啊，屋企有冇人中招啊？啊，你喺大陸而家被隔離嘅時候點啊？即係除咗問呢啲問題之外，咪真係冇嘢可以做咧？不是的喎，公司有很多配合，你要學轉型，學網上邊嚟去接觸你啲客人喎。點樣做啊？咁樣咁喺過去呢兩個月嘅裏邊啦，大家如果睇到我嘅 PowerPoint 嘅話咧，我真係做咗好多嘢。嗱，我做咗啲乜嘢咧？我參加咗一個嘅醫療平台啦，喺銅鑼灣裏邊咧，而家有個新嘅會所我可以用啦。咁啊，尖沙咀我有個會所落腳啦。啊，銅鑼灣有個會所落腳啦，咁呢啲會所可以帶啲朋友上去飲咖啡啦，去傾偈啦，安靜嘅環境底下，即係結交新嘅朋友啦，同埋講下抱負啦，講下生意啦等等。咁呢個係新嘅一個嘗試嚟嘅。嗱，我喺 Zoom 裏邊咧就用咗好多，除咗我每個禮拜教三個鐘頭書係用 Zoom， 咁我哋自己公司開會都係用 Zoom。咁我做咗一個直播網上嘅節目。第一次做咧，我都唔識做，公司有啲顧問咧就擺咗好多器材，大家如果喺網上面睇我張相咧，見到哇好多器材、好多相機、好多燈光嗰多樣嘢，咁原來要咁樣做嘅喎，咁樣慢慢學咯，
學咗之後，咪幾個禮拜之前開始做面書嘅直播啦，而家係做緊面書直播咯。啊，開網上座談會咧，今日我第一次人生嘅第一次嘅網上座談會啊。咁而家係有兩位嘅朋友喺我網上邊一齊聽緊我分享，希望佢哋聽緊啦嚇，唔係開咗個機行開咗啦。我仲有啲朋友約咗嘅，今日都冇出現，唔緊要啦。咁啊，但係有你啊嘛，我就同自己講就話，一個人都冇聽，我都繼續講噶，啊唔緊要，錄低佢咯，俾自己睇翻啦嚇。我有啲咁嘅阿 Q 精神㗎。咁我仲做咗啲乜嘢咧？我就約咗啲朋友，或者啲朋友約咗我咧，係有人想講嘢係咪啊？係咪啊？如果你想講嘢嘅咧，就可以刪除呢個靜音，可以講嘢嘅喎嚇。咁我約咗啲朋友咧行山啊，原來依個時候好多人行山嘅。行山咧啊，可以唔使戴口罩，因為空氣好啊嘛。咁你保持人與人之間距離咧，咁你啊可以享受下大自然，可以享受下山峰，睇下美景咁樣。咁行完山之後，梗係食飯啦，飲下午茶啊，食飯啊咁樣，或者飲咗下午茶先至開始行啦，或者行完之後去食飯啦咁樣。咁啊，即係幾個人喺度行，一路傾偈咧，你會發覺大家嘅友誼咧係增進咗好多嘅。你話無論講下疫情啊，講下家庭啊，講下工作啊，講下抱負啊，講下趣味性嘅嘢啊，咁啊，即係同啲朋友係交心咗好多。咁啊，幾個飯局都識咗好多新朋友，啊，建立咗新嘅友誼。咁其中一個朋友咧就好好嘅，阿志堅啊。你要學我咁食麥皮啊咁，咁同我講咗好多次。嗱，以前好多人同我講過，食麥皮真係好難頂噶嘛，即係冇味噶嘛，食完又唔飽噶嘛，即係個肚好似食完之後空空咁啊，所以即係一直都未能克服呢個咁嘅困難。但喺朋友鼓勵底下咧，最近呢個禮拜啦嚇，我都開始食麥皮喎，當早餐，甚至當午餐食麥皮啊，加奶粉。咁啊，又係開始咗新嘅生活喎，係嘛？咁都係啲新朋友嘅鼓勵去做呢樣嘢，咁所以認識咗新朋友啦，鞏固咗呢個舊交情啦，咁同埋關心喺疫情裏面嘅朋友啦，喺你當你同佢有聯絡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咦死啦！呢個朋友佢真係有個朋友喺外國啊，或者佢真係想去外國探嗰啲仔女喎，啊，甚至佢話啊，我想探啲仔女啊，你幫我買張。買一個旅遊保險單啦，咁樣咁你又幫佢做，跟住就話：喂，唔好去啦，即係英國啊，邊度啊，咁樣樣，喂，佢疫情好嚴重喎，唔好去住得唔得啊？咁啊，結果發覺咧，佢都冇去到。咁啊好啊，如果去咗英國咧，就真係啊中咗招就弊啦。啊咁佢又唔去治，但係我教咗佢話：你唔好買啲短期嘅保險啦，到時候你改機票啊，或者航空公司唔飛嘅時候影響咗你。不如你買啲一年期嘅保險啦。咁同佢有傾有講咧，亦都係幫到啲人啦，可以跟進咗好多保單上面嘅嘢啦。同埋呢排就推啲扣税年金啊，即係延期年金啊，呢啲咁嘅扣税活動啦，都係幫助周圍嘅人咧，利用咗呢個啊3月31日呢個稅務年度咧慳錢嘅方法啦。咁我發覺，喂，原來大家叫我唔好出街，咁我都唔係特別想出街嘅，好多時都係自己喺屋企自閉嘅。但係我活動量唔低嘅喎，有生意翻嚟嘅喎，同埋好多人係主動揾我嘅。咁所以我基本上係做咗個轉型啊，喺呢個疫情裏邊咧，做咗個基本上嘅轉型。唔單止係減少，冇減少到同人嘅聯繫咧，反而同個客人聯繫咧更加多。咁如果睇到我啲相咧，就會見到，即係或者 Facebook 跟我啲，見到我做咗好多直播啦、訪問啦。我而家有自己嘅節目啊。如果你下個禮拜呢個時間再嚟聽嘅話咧，你會聽我講一個嘅平凡人中的不平凡一個咁樣嘅直播嘅節目。咁都係一個心願嚟嘅，啊能夠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即係大家都出唔到街嘅時候咧，透過呢個直播咧睇下啊，用我嘅眼界角度點樣去睇一個。人哋眼中睇一個平凡嘅人咧，係佢嘅不平凡嘅一面係乜嘢？咁因為咁樣做呢啲咁嘅直播節目咧，當然我添置咗好多新器材啦。咁如果大家而家睇下我依檔攤咧，我轉移嗰、那個面書俾大家睇下，我而家依檔架撐啦，嗱唔知睇唔睇到咧？嗱有燈噶，有屏幕噶。同埋咧有補燈補光噶，咁啊係咯，周圍依、這個我而家喺 office 度做緊依樣嘢噶，咁啊嗱，睇下我盞燈啦，咁啊唔係好貴嘅啫，咁啊但係咧就，哎又係啦，咁啊而家有幾個鏡頭對住我噶，咁啊可以博唔同嘅網啊嘛，唔同嘅網就可以做直播啊嘛，咁所以
係啊，就係咁啊，就係咁樣直播噶啦，啲好啲山寨式嘅做法啦，打燈跟住用幾部手機咁嚟到做直播，就唔係用相機，又 zoom 又剩啊，又 cut 鏡鏡頭啦，咁啊再進一步就可以做依樣嘢啦 ，cut 搏埋曬啲線就 cut 鏡頭，撳下撳下掣，又整個大頭，又整個細頭，咁啊專業嗰啲就咁樣做，嗰啲唔專業嗰啲咧就係另外一種做法啦。咁大家如果喺網上邊喺個 webinar 度睇我嘅時候咧，就可以睇到我網上邊分享呢啲咁樣嘅圖片啊。即係 Facebook 嗰陣睇唔到啦，嗱，俾大家裝下啦，嗱，即係大家可以睇到嘅就係呢啲咁樣嘅圖片啦，即係講我喺呢段時間裏邊嘅各方面嘅嘗試啦。咁呢個嘗試咧，都為我帶嚟接觸到好多新朋友㗎。我喺 Facebook 有賣廣告㗎，呢個廣告咧喺最近咧係俾我接觸到60,000人㗎，60,000人次啦。咁同埋睇到我啲 video 啊 ，click 入去嘅大概有12% 嘅人咧係 click 入去嘅。所以喺精神上網絡上邊咧，我係結交咗60,000個朋友啊。咁啊，其中咧每日都有好多人邀請我或者接受我嘅邀請咧，加入我嘅面書嗰度啊。咁都好希望咧喺呢個友誼基礎上邊咧，同大家保持一個良好嘅溝通、良好嘅關係。係啦，咁啊，依個就係喺呢個疫情之下自己豐富嘅收穫啦。個收穫唔係喺生意嗰度啊，唔係話真係做多嘅生意，當然有啦。即係我做保險嘅，當然有保險嘅單啦，翻咗嚟啦，好多係新嘅朋友俾我嘅單啦，有啲係新嘅親戚俾我嘅單啦，有啲係舊同學俾我嘅單啦，都有新朋友啦。咁唔係嗰啲嘅單，嗰啲單對即係唔係最重要嘅，最重要嘅就係喺呢個疫情裏邊咧。是俾我工作重新開始，俾我有一個重新開始的工作，因為舊的模式不 work 噶。以前我哋拜訪啊，走去做路演啊，走去即係同客人面對面傾保險的需要啊，呢啲全部都不 work 喺呢個疫情底下。咁係咪唔 work 就唔做咧？係等運到咧？梗唔係啦！你見到我即係經歷咗咁多嘅風風浪浪，到呢個時候我就轉型咯，擺態咯，呢樣嘢做唔到咪做嗰樣咯。見不到面咪用網上的方法跟朋友結交朋友咯，係嘛？唔係唔出街喎，仍然係出街喎。不過去邊度啊？咪去行山咯，啊，喺一個新鮮空氣的環境咯，係嘛？咁所以係可以調節噶，係可以改變噶。要工作重新開始係需要個新的工作習慣嘅，需要新的習慣、新的心態嘅，係咪啊？咁呢個係我自己的收穫啦。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嗱，建立一個新的信念好緊要。你信啲乜嘢咧？你信自己啲乜嘢咧？你信你所相信嘅神啲乜嘢咧？你信邊樣事會發生咧？你信啊，發生喺你身上邊嗰啲唔開心、唔順利啊，嗰啲挫折嘅嘢，你信係點樣樣咧？嗱，呢個咧就係我哋要面對嘅問題。所以我跟住落嚟咧就係講呢個信念嘅問題。第一個信念係喺北京培養出嚟嘅。我記得一個咁嘅故仔，都喺我人生裏邊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教訓啊！講俾大家聽下。我上北京，點解我會上北京做咧？咁又唔喺香港做，又唔喺廣州做，又唔喺上海做咧？當時咧係有兩個嘅原因嘅，幾個啦嚇。咁今日既然喺呢個網上講啦，亦都唔可以，亦都唔怕講下啲私人嘢啦嚇。係乜嘢咧？咁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可能自己的面皮不夠厚，我覺得做保險做代理的時候，以前銀行的高層在香港做的時候，如果你找回一些舊的夥計、舊的同僚、舊的朋友，跟他說我今天是保險、賣保險、你幫我買張單，即使他幫我買張單，如果是出於同情憐憫我，即是怕我沒飯開這樣，即我的面皮放不低，我覺得不朋友不是咁樣用噶嘛，即係唔想接受呢啲咁樣嘅資助。當然，即係呢個諗法好幼稚啦，呢個諗法係好即係面皮薄啦。咁第二個原因咧，我諗呢個都係幾重要嘅原因嚟嘅。當年我當選結清嘅時候咧，咁嗰啲評判就問過一個問題。當時我銀行界即係攞結清嘅時候係銀行界。咁個評判咧，我其實好記得嘅，今時今日都記得啦。阿志堅，點解你今年係第二年即係報名參加結清選舉咯？點解你咁想做結清咧？咁樣，哇！我諗都未諗過呢個問題，都唔係冇諗過嘅，即係自己即係結清都要準備噶嘛，寫你嘅人生經歷啊，咁樣樣都要說服啲評判，
同埋嗰啲顧問咧係值得俾呢個傑青榮譽俾你噶嘛。咁我嗰陣時都諗過好多次，咁我就好坦白咁樣講，我話：評判啊，嗱，我今年係第二年嘅參加選舉啦，咁我覺得咧選唔選到咧對我都係一個好嘅幫助嚟嘅。嗱，如果選唔到嘅話咧，起碼我將過去嗰40年嘅人生咧做咗個總結啦，睇翻自己喺個自己嘅事業上邊同埋社會服務方面咧，仲有啲咩可以進步嘅地方啦。如果選到嘅話咧，我覺得係俾我一個肯定啦。咁我係銀行界嘅，咁如果第二日中國嘅金融業開放嘅時候，我希望可以用到我銀行嘅經驗，幫助中國嘅金融業進行改革。繼續推動個開放改革啦，咁樣。咁當年咧，我唔係隨便講嘅呢個説話。一直以嚟咧，我好多嘅成就咧都好啦，入到銀行做啦，等等嘅嘢咧，或者去到外國讀書啦、留學啦，都係好多人幫我嘅。我係攞獎學金去美國讀書嘅。如果唔係獎學金嘅話咧，我根本去唔到嘅。我係一個單親家庭嘅窮學生。咁有獎學金啦，同埋我去美國嗰張機票咧。都是美國大學同學協會贊助的，咁啊收到很多啲咁嘅幫助，所以個回港報港嗰種嘅心咧，一直都有喺度。咁所以當中國開放改革嘅時候咧，都有一種心要參與啊中國嘅金融業。咁香港係其中一部分，仲係龍頭添，咁啊有咁嘅心去推動。咁當年碰到嘅情況咧，就係、是、金融業裏邊咧。是有投資啦、保險啦，同埋銀行啦。銀行同埋投資，中國都未開放嘅，唯一就係保險行開放咗。你友邦作為一間外資嘅保險公司咧，進入北京以獨資嘅身份咧，北京攞到牌照開業。咁呢個係我俾自己個藉口啊！我要即係承諾當年啊喺個傑青競選嘅時候咧，嗰、那個承諾係推動中國嘅金融。保險業的開發，所以呢就是選擇了去北京，就因為這個友邦的機遇。當然還有一些細節，但是今天不講，不是都要講一講的，就是我當年去北京的時候真的去拜過黃大仙的，當時未信耶穌的，還有太太去的。黃大仙的解簽佬搞化學的，北上嘛，最北就是北京，就是這樣原因，就是得到家人的支持去北京的。仲有一個原因嘅，就係個人成長嘅原因啦。我記得我翻嚟同家人開會咧，我話：老婆，你想唔想見到個老公生命有改變啊？你想唔想我人緣好啲啊？想唔想我更加受人歡迎啊？你俾我上北京啦，喺嗰度我會重新開始。咁啊，抌低咗屋企老婆仔女咧，就一個人隻手上去北京。咁啊，幾個原因咧夾埋。喺北京嘅裏邊咧，就開始學習羊皮卷啦，就開始咧就係嘗試啦。我記得呢個故仔，我上北京時候咧做咗張名片嘅，上高咧就寫住我為成就而來，即係話我諗住上北京係要追求人生嘅一個另外一個成就一個境界。是幫北京人是去做財務策劃，諗住去俾料人嘅，去幫人手嘅，去幫助個地區發展啊，幫助中國提升呢個保險銷售技術等等啲咁樣嘅念頭嘅，即係好幼稚啊！睇翻轉頭，咁去到北京嘅時候咧，就北京嘅老總徐先生見到我張卡片，佢話：志堅啊！你要改張卡片，要改兩個字啊！咁我咩啊？改咩兩個字啊？佢話：你唔好寫為成就而嚟，你改啦，改做我為服務而來。由成就改做服務係兩個字啊！我突然間叮一聲，係啊，對唔住，即係我依種自驕自傲嘅心態需要改變。於是我就即刻叫香港嘅朋友咧，幫我重新印過曬啲卡片。我為服務而來，我喺北京開始咗。服務北京人呢個咁樣嘅心願，喺當中咧，我都好多個挫折啦，因為人又唔識，地又唔識。香港人喺北京見到我係彈開，知道我做保險係嘛，都係碰到好多啲咁好難堪嘅經歷嚇。話個地方啊，個客人想見一見我喺北京，唔該你嚟幸福中心啊，咁死啦！幸福中心喺邊咧？
二環定三環咧？咩叫三環？咩叫四環咧？點樣搭車去咧？我完全唔知嘅。咁真係好多好多嘅辛酸同埋挫折啦。咁但係中間我提升咗個理念，到到今時今日都成為我做保險嘅理念，就係乜嘢咧？讓中國人人有保險，個個會理財。讓中國人人有保險，個個會理財啦。講出呢樣嘢咧，即係唔係 lip service， 唔係講下嘅。如果你冇個生命承諾，你唔係真係咁諗，唔係真係咁做，呢個説話對你係冇意思嘅。但你真係真係咁諗，真係咁做嘅時候咧，呢個咁嘅信念咧就幫我咧係面對咗好多嘅拒絕，好多嘅困難。做保險唔容易㗎，你要招募團隊，你要見客人，你要面對好多被客人嘅拒絕。但係個出發點，我哋講個初心係讓我所見到嘅北京人、中國人。個個都有保險，有一份嘅保障，同埋個個都學識點樣去用保險作為人生嘅理財嘅一個好重要嘅金融工具。因為呢個理念，所以我喺北京會推動理財嘅班，喺清華大學教理財，喺個人嘅保險展業裏面教人點樣去做呢個現金流啊，做理財啊，做個人嘅 financial statement 啊，等等，做咗好多當年咧係保險代理人冇做嘅事，以至咧我終於喺第二年嘅時候咧攞到 MDRT 嘅榮譽啦，跟住喺北京嘅時候咧喺搜狐網喺好多嘅公開個網站裏邊咧寫一啲嘅財務分析啦，幫人理財啦，幫人解決啲財務嘅疑難啦。當年咧喺北京嚟講咧係一。是沒有這樣的知識，第二是沒有這樣的實踐經驗，那我是又有知識又有實踐經驗，所以我寫出來的東西很多人看的，很多人幫忙的。北京對於財，在北京的時候理財是一個很遙遠的觀念來的，是沒有人識是究竟是什麼來的，理論就很多了，但是真的未曾做過的。但是這個這樣的信念，讓中國的人有保險，個個會理財，就是為自己定一個宏大的目標，可能這輩人都做不到，但是你的動力就是來自這個夢想，你的動力就是來自這個不甘平凡，這個動力呢就是來自你能夠造福人類，我講到好像很偉大一樣。當時真的這樣的信念支持我，很辛酸的時況，很多的挫折的時況，住的地方不識人不識嘢，但是就是給到我很重要的信念。所以在失敗裡面、挫折裡面學習操練羊皮卷，不斷地尋求生命的突破，突破不到再試再突破，同埋做好每一件事。到今時今日我都是這樣想，每一件事我答應了做的就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所以曾經有人笑我，笑我什麼呢？他說啊，正堅你教書嘛，你說自己教了這麼多年，喂，但是你教書好不行啊，這樣又不讀，那樣又不好，又冇跟我哋嘅大纲去教，用你嘅方法又唔系觉得咁好啫。啊，你其实仲有进步空间嘅，你可以咁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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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样。咁我就话俾佢听，其实我已经做到最好噶啦。如果我要再好啲，我已经做咗出嚟嘅，所以系冇得再好嘅。嗱咁样讲咧，好多人笑我，有冇搞错？你咁食古不化，你咁不求上进啊，乜乜乜？但系呢个真系我嘅信念嚟嘅。我每一件事，包括你今日做呢个直播节目，我都系做到最好。当然做到我嘅做到最好，仍然有改善嘅空间啦。咁呢个系肯定，但系呢个系事后嘅事啦。但系喺当时当刻嘅时候咧，我系唔会做一啲嘢咧，系唔系做到最好？我识做冇做到嘅，系唔会嘅，系唔会嘅。咁包括做咩啊？包括買個麥啦，包括做啲燈啦，包括投資啲器材啦，買部新電腦啦。今日用部電腦都係新噶，係啊！人哋話啊，咪搞錯啊！你又買部新電腦咁大花筒，但係做到最好啊嘛！做到最好，梗係要一個最快嘅電腦。而家用緊嘅係一個第十代嘅 Intel 電腦嚟噶。我買嗰陣時咧，全香港第一部嚟噶。係啊，你話我，你話我大花筒都係咁講啦，就係、是。即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定用最好嘅設備嚟去做呢樣嘢。係啦，咁就係做到最好。同埋咧，一個信念就係話咧，你唔怕同人分享嘅，你唔好即係以前話師傅話留有一手，然後教人哋幾成功夫，留翻一樣嘢，你只能夠維持嗰個超越嘅地位，維持嗰個 superiority。我唔係咁諗嘅，我真係唔係咁諗。我覺得
完全無私的分享給人，將自己認識的東西完全去教人、包括我今天跟大家講很多我自己私隱的事，不怕的，因為你給出去其實最大的收穫是自己的。當你每一次跟人分享這些故事的時候，你再一次告訴自己，喂，原來黃大仙真是牙牙烏的，就是你拜黃大仙真是被解簽佬騙了你十年八年，喂，真正帶領你前路的不是黃大仙，是這位超越和掌管我們生命的上帝。當你每一次講這些的時候，你更加明白你的生命的經歷的裡面其實什麼是帶領你，即使是我們疫情也好，現在這麼嚴重打擊全世界也好，都有美好的旨意在這裡。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我們這個上帝給現在這麼多的疫情，你看很多很多的分析你會知道原來是有意思的，讓你停下來，讓你保護地球，讓你知道人的局限，讓你看到人的渺小，看到政治的黑暗，真的很有意思的。當你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每一樣東西幫我們轉型，幫香港的教會轉型，幫香港的企業轉型，網上是一個離不開的工具，我們要超越這些東西，要掌握新時代這些技能，這些都是因為這個疫情給我們的正面積極的意義。大家學了之後能夠將它歸因，將它感恩的心，這個是很重要的信念，有一個感恩的心，有一個明知道上帝掌管這個世界，這種的敬畏，這種的看到自己的卑微，這些這樣的信念在人生裡面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同一時間呢，這個信念都成為我自己奮鬥的力量來的。咦，死了，我夠鐘添，講到十一點半，我要快啲講啦，留翻時間問下問題。就我相信咧，我係世界上最偉大嘅奇蹟啊！我亦都相信咧，假如今日係我生命嘅最後一日，我真係咁諗嘅。假如我喺生命最後一日，我仲有咩未做咧？咩嘢對我係最重要嘅咧？唔係我嘅事業，唔係我嘅收入，唔係我嘅財富，係我嘅屋企人啊！是我的老婆，她真的跟我撐了幾十年，在很困難的時候幫我。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是不是回去要說一些感恩的說話？是不是回去要跟老婆吃一餐好東西？是不是真的叫她放下工作，我們遊下浮，我們去下旅行，是不是要做這些事？是緊要的。如果假如今天是我生命的中的最後一天，我有時候會開到很夜來撐做事，因為我不停有很多的分享，有很多 的講座，咁要準備噶嘛，咁咪開通宵咯。我要教書，要備課噶嘛。如果今日係我生命最後一日，咪教好依場書咯，講好依個課咯，我就會俾我每一堂嘅講課有一個特別嘅意義咯。我同我嘅學生講，我話我唔係隨隨便便去教書嘅，我教書係希望將來我能夠訓練出一個 PhD 學生啊。因為當年我都是因為認識了一個好老師，他教了我一些 marketing 引起我的興趣，以致我今天成為一個博士，一個 PhD in marketing。 我希望我將來教的學生都有這樣的可能性，因為這個這樣的信念，這樣的夢想呢，會支持我真的花了很多力氣去做很多就是我本來沒有能力做、不想做、不應該做或者不是不應該、就是、做不到的事。因為我相信上帝創造我在這個時候讓我在香港生活，又不是要我在幾百年前的滿清的時候出生，又不是叫我在民國那陣時軍閥打軍閥的時候，因為如果我在那時候生，一定做了炮灰，做死鬼了。但是在今時今日讓我生在中國，讓我生在香港，面對著香港這樣的困局，中國這樣的受擠壓，我覺得我有一個神聖的意義在這裡，就是因為這個這樣的意義呢，俾我繼續衝嗰種力量，俾我繼續衝嗰種咁樣嘅衝勁，成為我嘅初心。但我要學習嘅控制我嘅情緒。嗱，時間關係咧，我唔可以再講得好耐。咁我要講埋我嘅習慣啊，講埋我嘅係啦，情緒啊。哇！你睇我睇翻呢個圖啦，你睇唔到啊？哇！原來呢個圖咧，我遲啲放翻喺 Facebook 嗰度啊。即是你自己檢查你自己的情緒呢，原來是這樣的。那這個情緒呢，你在不同的情緒裡面呢，你就有不同的反應。究竟是不是自我膨脹呢？是不是上癮呢？是不是很失落呢？是不是很樂觀呢？是不是笑得出來呢？是不是很開心呢？這樣。那這個情緒帶給你不同的能量。
咁你要學習控制呢個情緒，負面嘅情緒變成為正面嘅情緒，為人哋質你嘅時候，你諗下，唉，可憐下啦，即係人哋質你，即係佢都唔知道自己做乜，佢睇唔到你，佢唔識欣賞你啫，就唔係你好唔掂，係佢唔識欣賞你啫。咁你咪可以輕鬆啲去處理呢啲問題咯。咁我點樣培養我自己嘅信念啊？嗱，唔好意思啊，即係我想問啊，請求大家俾多少少時間我，可能 overrun， 因為我真係未掌握到今日做呢個 webinar 嗰啲嘅節奏啊嗰啲嘢。咁啊 ，Lawrence 同埋Harissa 真係唔好意思啊，即係可能會 overrun 少少啊。如果你聽到就聽，如果唔係你即係離開咧，我都好明白嘅。點樣可以培養個信念呢？其實呢個培養呢個信念真要每日嘅操練嘅。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宗教信仰，我自己有的，我是基督徒來的，所以呢是有一個每日的讀經祈禱，堅持每日寫靈修的札記。這個靈修札記呢每日自己的反省，聯繫的社會，聯繫周圍的事物，聯繫自己的屬靈生命，聯繫聖經，將它三個扣在一起，聖經告訴你，你在這個環境裡面的感受的反應，怎樣去交托俾呢個上帝，點樣連結呢個上帝攞到力量？我每日都有花時間做呢樣嘢嘅晨更啦，有時扎醒六點幾鐘起身，五點幾鐘起身，我就做呢個反省。咁所以我嘅詩都係話啦，即係讀經係真係咁樣，係喺個挫折嘅裏邊，喺個環境裏邊領受神嘅心意。咁呢個情況之後，如果家人明白你、鼓勵支持你，咁啊最好啦！你真係好幸福啊！如果係咁樣嘅時候。但是如果家人不支持你，不明白你，在那裡低你，在那裡踩你，在那裡埋怨你，在那裡要求你的時候，那你就要超越自己那種的怨憤，用愛來到迎接每一天，反而更加愛他。當你為他付出的時候，而不求回報的時候，你的周圍的環境就轉變了，你的愛心就能夠改變你周圍的情叫做磁場或者能力場改變了它的時候，就會能夠創造出一個大家互相積極互相要得益的一個這樣的局面。我每天都跟自己說，你說催眠又好，說每天的訓練又好，我做很多的反省的。在北京我說過，我的信念就是改變了，由中國人有保險告會理財，這個信念是幫了我很多的。行動呢，即時和大量的行動，其中一個行動我還未做得很好的，就是什麼呢？我要笑遍世界，什麼都笑得出，人家說見到自己的時候都愁眉苦臉，我正在進步的，即是笑得出。笑的意思就是說，我看這樣的挫折很自然，覺得個人生一部分，不再是border我，不再影響我，不再為我造成困擾。賺到錢又好，有收入又好，沒有收入又好，吃到飯又好，吃到好嘢又好，自己找啲機會嚟到去嘗試嚇。咁咧就係啦，唔好跌進一個情感嘅陷阱嘅裏邊，安慰自己啊。任何嘅事件咧都會過去，任何逆境會過去嘅，潦倒嘅時候會過去嘅，有錢嘅時候會過去嘅。啊，當日最有錢嘅人今日都唔喺度啦，係嘛？都會成為塵土啦。世界上任何嘢都係虛空，啊，何必斤斤計較咧？咁樣。咁可以笑自己啦，笑周圍嘅嘢啦，俾自己咧。我成日覺得自己十八歲嚇，講俾人聽係十八歲，咁自己心態都係十八歲。我中意睇玩具，中意行 Toy R Us 嚇，啊呢樣嘢又中意玩，嗰樣嘢中意玩，因為以前冇玩過啊嘛。咁啊，中意買啲嘢，買啲嘢氹下自己玩，做翻個細路哥。咁啊，而家啲人叫我做自己 B B 嘅，咁我都幾欣賞，因為我覺得而家自己做翻 B B 仔幾好，由頭嚟過幾好啊，係咪？咁啊，學下咯，好多嘢都係要重新學習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加倍重視自己嘅價值。阿上帝做我喺呢個時候咧係有我嘅價值喺度啊，更加要加倍重視自己嘅價值，以致我能夠為人做咧係做到最好，而將呢啲一切嘅嘢咧係付諸行動，啊唔係收埋佢，唔係諗下，唔係就得個諗字。我哋講 biased for action， 即係有時諗到就做啦，有時做嘅時候要承擔後果，咪承擔後果咯，使死咩係咪？做錯咗咪嚟過咯，抹過佢嚟過咯，係嘛？人哋話唔好做嗰啲，我做咗啦，咁點啊？你打死我咩？係咪咁？試下咯，試下唔得咪再試過咯，咁樣即係好多時係咁樣嘅心態，以致我真係好有動力，係好有行動嘅力量。嗱，但我做咗一樣嘢都唔係盲從噶。如果你睇到即係我嘅 screen 嘅話咧，我俾大家睇下，即係大家可能喺 Facebook 度睇唔到。我做好多反省噶，係啊，嗱，做呢啲咁嘅分析啦，分析翻自己過去嘅時候，邊段時間做啲乜嘢，邊啲 work， 邊啲唔 work 啦。
做呢啲咁樣反省。啊，譬如我讀神學，做神學嚟做乜嘢咧？咁樣樣啊，做呢啲反省，即係點解會帶入去職場？點解做個職場嘅傳道者咧？個點解引證喺邊度咧？我做呢啲咁嘅反省嘅，呢啲反省係幫我睇清楚自己有冇行錯路，同埋幫助自己立志同埋立個方向嘅。我做咗一張表咧，就係我生命終結之前，希望有25件事我要做嘅。咁啊列咗出嚟，我舉一啲例啊，做爺爺公公湊孫咧，就最近做咗啦啊。可以看到個孫咧，同個孫笑一下，佢又笑一下，我喐下個孫又喐下。啊，同太太去一次以色列咧就未做，同太太去一次長途旅行咧就做咗，記錄自己嘅生命見證咧做咗，每天去讀經做咗，學一種樂器做咗。嗱，我寫低咗呢啲嘢咧，就慢慢慢慢咧見到自己一個一個咁樣做咗，即係話我死之前要改變、要實現嘅25種事咧，係越嚟越多係做咗，以至我人生嘅無憾。任何時間翻嚟見上帝嘅時候，我都是人生無憾的一個這樣的人生，每日給自己最充實最豐盛的生命，給我自己無窮的動力，因為我有這個信念，因為我有這個心態，因為我是世界上偉大的奇蹟，因為我每日都有我新的一日，因為我要用全身心的愛去迎接這個今日。我說得出的，因為這些真的是我的血裡面的一個價值觀，是形成我做這樣東西。我喜歡寫一些行動綱領的，如果現在大家在網上看到，我有一個2020的 vision， 今年是2020年，當年我寫的時候就是2016年、14年，我寫過8年之後要做的事。那上個是什麼呢？真的不要笑我啊， plant a church， 或者是 build 一個 evangelical body of Christ， 即是說一個基督的福音的身體，做一個的牧養的 leader， 能夠在神的國度裡面呢分享這個牧養經驗，還有呢是在教牧的教育方面，華人教會的教牧方面呢能夠有能力教到一些 subject。 我寫下了當時2016年寫到2020年，現在做到多少呢？ Plant a Church 呢仍然在一個計劃之中，未實現，但是我寫了一個很詳細好詳細的計劃，當一個功課交了給我讀的神學院。做不做到呢？主若願意一定做到。牧養覺得自己有進步，教牧學教人，自己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實踐，今時今日仍然在這裡做實踐，覺得自己心靈關懷幫助人做心理治療方面是踏出了很多重要的一步。那这些这样是自己的 checklist 来的，是看回自己呢，六年过去了，2014年写这件事的时候，今年2020年了，有些哪些做了呢，哪些没做到呢，通常都没做得完的，不紧要，没做得完都不紧要，那就知道自己行在自己的定的方向上高，没做的那些就加倍努力咯，今天我要加倍重视我自己的价值咯。在網上我分享了我一個的行動綱領，我叫做領先的指標。領先指標是一個什麼觀念呢？就是說我要達到這些目的之前，我要有一些前設，我要有一些實踐的行動。那我除了要定個最終的目標的時候，我還定了這些領我去達標的這些必經的路徑，那些 critical task， 那我寫下了啊，舉個例子，大家看不到我上次寫的東西說譬如寫低好具體嘅，每個禮拜五有下個禮拜嘅成個月嘅，即係成個禮拜嘅聚會。每一有個禮拜咧，有20分鐘咧係坐低做一個叫突破行動，睇下自己有啲乜嘢未做得到要突破嘅。每天檢查自己夠唔夠謙卑温柔，向上帝認罪。每月約一件夥伴對佢進行心靈嘅關懷。我寫低啲咁樣嘅嘢。咁當然，我做唔到嘅時候，俾我自己提醒；我做到嘅時候，我知道我自己係行喺正確嘅路上邊。嗱，咁呢個我嘅行動力啊，咁我行動力係好強嘅。咁就因為不斷咁嘗試，即係堅持不懈。但你做啲乜嘢咧？唔係亂嚟嘅，唔係亂做嘅，係有個短期、中期同埋長期嘅目標。咁啊，睇住自己咧，不停咁樣尋求神嘅帶領，尋求神嘅回應，神嘅指引，不停地實踐自己的抱負，自己去做一些事，每月每日的計劃，每一年有自己年度的計劃，那就求神去指引我啦。最後就是說，因為
做唔做到啲乜嘢咧？唔係你嘅努力，唔係你嘅才華，係上帝嘅靈方能行事。咁呢個係俾我好大嘅提醒，係上帝嘅靈幫助我哋去做，即係聖靈嘅工作。做唔做到嘢係聖靈嘅工作，唔係自己嘅能力。但係唔嘗試咧，係永遠都做唔到嘅。咁啊，不停咁樣嘗試。咁啊，最後咧，凡事係謝恩，領受上帝嚟嘅祝福。嗱，咁啊，好快脆啦，即係 wrap up 咗今日嘅，幾多時間啦？而家係42分啦，過咗四十二分，即係十幾分鐘啦。咁我喺度停一停啦，我開放俾啊我哋網上邊嘅朋友啊，睇下佢有冇嘢想講啊，想唔想講下嘢咁咯，好唔好啊？係咯，或者啊 Lawrence 啊，唔知道啊 Lawrence 你仲喺個網上講，即係會唔會俾我悶親咗走鬼咗？或者面書上邊啦，睇下大家有冇咩嘅問題啊？係咯，係啊 ，Lawrence 有冇嘢想分享啊？想講下你嗱，你特登嚟聽嘅，由頭聽到落尾嘅，你聽完之後覺得幫唔幫到你手啊？都幫到手嘅，聽到嘅，有用嘅。有用係嘛？你可以講下你覺得邊樣嘢對你特別即係比較新鮮嗱？呢啲唔係即係你會話唉老生常談嚟啫咁咁，但係對你嚟講。哪樣東西會幫到你多一點、我都從你的經驗呢就有時離開了香港去了別地做事譬如說在中國、北京、廣州呢其實會不會有時都有時呢就可能離開了一大地方呢其實可能都會令到自己有時、有個代價即譬如說如果有個人他可能去了全世界現在全世界 global 的了咁去咗嗰笪地方，我其實有時都聽翻好多例子咧。如果一係就繼續喺嗰度發展，可能係會、一路做得越嚟越好。但如果翻嚟咧，其實可能又有啲代價咁咯。我頭先即係好似我好似感覺到會係咁咯，即係未必個個係咁啊。即係有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你講得好啱啊！即係 Lawrence， 即係無論你移民又好啊，或者係選擇一個。即係 overseas assignment， 即係海外嘅工作咧，係真係付咗代價。我如果你問翻我咧，會有冇後悔？即係當年去過北京咧，做咗兩年咧，我有後悔嘅。後悔係乜嘢咧？即係冇嘢親得過家人嘅關係。即係如果你係去嘅時候咧，同埋屋企人去，咁當年係唔得嘅，因為啲仔女香港讀書啊嘛。咁自己去到北京又即係好似浮萍咁，又落唔到腳，又唔知自己去北京識唔識見得到。咁點會帶啲仔女去嘅咧？係唔會嘅。咁啊，佢哋香港讀書讀得幾好啊，咁樣樣。咁所以好難嘅。咁但係你叫我諗翻轉頭，如果今時今日再有個北京咁嘅機會，你會唔會去咧？就算係高薪厚職都好啊，揾你做官都好啊，我都唔會去嘅，除非家人願意一齊去咯。因為我個代價係咩咧？我睇唔到啲仔女成長啊。同個仔女嘅關係係因為我離開咗呢兩年咧，佢哋升學嘅時候，當佢開家長會嘅時候，當佢嘅學校話有個家長去旅行嘅時候，我唔喺度。呢個代價係真係無可補償嘅代價。咁當年係為咗自己嘅抱負啦，啊為咗自己有宏大嘅理想啦，咩中國人有保險啊，嗰會理財啊咁樣。咁但係真係付出咗好大嘅代價。但是每一件事看回頭一方面我又覺得我當年呢是很衝動、啊、即為了自己追求自己的理想拋妻棄子樣上了北京為了實踐自己的結清承諾等等很多原因是不值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看到這個可能就是我所信的上帝的心意因為如果我沒有在北京那幾年呢沒有這個、中國想在中國的金融保險裡面服務呢今天我不會在退休之年呢再回入保險行我不會我害怕嘛我不會即我人生軌跡是不同了我今時今日我就乖乖地退休即是說湊下孫啊去下旅行啊做這些事情做很多退休人士做的事但 是神給我有這樣的路在當年還是40多歲的時候在北京那兩年俾我學保險做保險，又有呢個美意喺度啦。咁所以每一樣嘢冇得後悔嘅。咁但係當時你衡量嘅時候，就喺呢個生命做咗呢個選擇，同埋喺呢個工作嘅新嘅環境裏邊全力以赴，你就會發覺都係有好嘅嘢
係等住你改變咗你嘅生命軌跡，但係都係帶嚟一個充實嘅生命咯。我係咁樣睇咯。Lawrence， 你有咩意見啊？你有冇試過 overseas assignment？ 你講啊。好啊。嗱，聽翻你頭先講嗰啲嘢咧，就有陣時，譬如話，我都係一個中年嘅人啦，即係同啲同學有陣時，其實有陣時都而家職場係好無奈嘅，即係我都算穩定啲嘅工作，譬如話有啲頭先你講喺銀行做，有啲同學喺銀行做，其實佢哋都話我個心態唔好諗住即係隨時老闆可以炒你嘅，咁所以佢哋都令到佢哋有嗰個隨時會。要去再轉工嗰種準備咯嚇，係啊。咁頭先你嘅分享係都好啱嘅，講嗰啲經歷嚇。好多謝你啊！我想問一下咧，網上面 Harissa 咧，你想唔想都講一下聲啊，俾我知道你仲喺度啊？唔緊要啦，佢可能係冇乜特別係嘛？咁多謝你聽啊，見到你都入咗嚟喺度聽我哋講嘢，多謝你。咁我網上咧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入過嚟走咗，佢而家仲有幾位朋友喺度啦。咁我見到有啲 fans 啦，即係好朋友啦，打個招呼啦 ，Alice 啊嗰啲啦。咁嗱，如果你對於我哋今次嘅講座咧，有啲咩嘅意見啊，有啲咩嘅提問咧，你請你喺網上面留言啦，我會個別咁同你聯絡翻。啊，多謝你哋嘅收睇。咁啊，時間過曬啦，唔好意思啊，咁我哋要停喺度啦。好多謝你啦。能夠參與咗我人生嘅第一次嘅網上嘅直播嘅研討會，咁啊好多不足嘅地方咧，啊請大家多多包涵。咁我哋今日咧就結束喺呢度啦，好冇？多謝你哋，拜拜，下次有機會有緣再見，拜拜。Bye, thank you。係，拜拜，拜拜，拜拜。你好啊，我哋个直播都完啦。